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生活频道的家丢常规节目，我是龙马，我是四少，我是老朱啊，欢迎朱老师，欢迎朱。刚才差点说姑姑车，不是这个梗有点老了，有点老了。老了对对、嗯，很兴奋啊。嗯，我最近正在听朱老师的节目。哦，我第一次就是听自己家的这个付费节目，我追着听，就是就更一期我听一期，更一期我听一期，听着高兴啊啊高兴。当时我一提我就想，我必跟朱老师得录一期。对，特别好啊！这个没想到真的有一个由头，虽然这个由头，朱老师老奇迹奇迹的老 Q 我，我想说我必跟朱老师必须得有个奇迹，对吧？啊、在这块这么多年，当了这么多年包子褶，是吧？是的，行，咱也得参与一回包子馅儿，录点节目行，反正别挠，别挠我就行，挠人节目啊，不至于，不至于。啊然后我们这期节目是足球。嗯，其实这个节目我还真不是说最近西班牙夺冠了什么的，我要蹭、蹭它热度啊。有几个其实能作证，我很早很早，是朱老师刚来录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有没有足球相关？因为啥呢？因为在这个据我所知，是在这个说西语、葡语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说这些语言的地方嘛，足球都是他们文化和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对，你录节目的时候，你多次提到，就是说，其实聊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足球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对，就是。你不知道聊什么啊？你可以跟西班牙人的话，你可以先聊足球，是说你是这个，是吧？你看一上来先一句阿拉马德利，好 ，OK， 这是皇马球迷，比斯卡巴特萨 ，OK， 这巴萨球迷，然后从这两个话题可以生发出很多很多话题，是，这是西班牙人确实是，这足球已经融入他们生活一部分，咱们往后聊，你们就会逐渐理解这个意思，确实跟咱们这种就是说。咱们现在国内这个其实确实我确实不太看啊，但我感觉这两年你不觉得就是中超有点热度有点减弱吗？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最近我因为去济南了生活了嘛啊，我慢慢我有点意识到，其实这个我之前的经历和观察呀，可能更多的是限于我在北京的这个体验，可能就我这个圈子其实不怎么看球，但我到济南那边，人家看球氛围其实挺山东的球是非常好，正经，其实北京也不差，是吧？咱们办公室里就有，然后我周末踢球的局里也有，就他们其实甚至都不太看欧洲足球，就是看，但是他们每周末都很关注，就是去国安看球，或者是谁又来，他们甚至是去外地跟着队去看，哦，就是那我觉得挺好。然后我是这样啊，就一上来咱们可以先聊聊我这个个人的一个足球小史，好生活小史啊，在这给大家分享一点。哦，就我本来确实不看球，小时候就不看。哦，但我小时候看动画，看那个足球小将。哎，这看这个动画吧，就是比较可惜。动画片是吗？那个对啊，引进那个版本还不是漫画啊，没主要是买不起，主要是那时候漫画比较贵单行本。然后呢，这动画并没有把我引导成任何一个俱乐部球迷啊、一直没有找到主队。哦，然后呢，就是让我养成一个非常中二的习惯，就是我小时候虽然不看球，但爱踢球，就学招是吧？对，就得跟人跑，就射门的时候必须得喊啊，对吧？猛虎式射门还能喊，哎，就感觉这脚喊完之后啊，都替对方守门员那个生命安全感到担心，踢死你怎么办？球得从那球网里穿过去，对，完在墙上盖一坑，跟你最好的兄弟还得你们俩还得一起商量说来组合技啊，合体技能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反正这就是足球小将，杀人足球啊，对。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吧，就是那个时候踢球是其次的，因为我是在一个石化工厂的这个家属区里长大的，哦，是一个小卫星城。我经常给人描述，就是跟那个真心镇差不多。哦，你有机会如果去我们家看看就明白。虽然是在北京啊，但是在这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城区之外啊，跟真心镇就这方方正正的一个卫星城，然后镇上全都是石化不同厂的家属，家属院啊，然后我就跟这些孩子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呢这个踢球啊，就伴随着主要是踢人啊，就是搏击。后来我回忆了一下呢，在我有限的上场踢球的生涯中吧，我在足球场上扮演足球流氓的时候多过这个球员的时候，就时刻准备着，哦，就一旦有任何可以进入这个下一个环节的这个机会，哦，大家没有任何犹豫，哦，就是一种默契，独特的默契。哦，这个默契往往源自什么呢？比如谁谁把谁给绊倒了，哦，开干，或者说这个球，哎，忽然有一个孩子就说，哎，你这个东西越位了，哦，几个小灯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忽然就开始要聚到场中间，
开始讨论什么叫越位，哦，要撕了起来。这种时候你就知道，就准备吧，开始吧，弄，开始。高先生说法就是说南美风格的足球，对，那这方面反正我很早就跟他们接触，我结合今天的语境就是巴斯克风，对，那必须干，反正，我觉得这跟当时央视播那几个电视剧有关系。你想啊，全是金庸那几个，是吧？啊，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吧？就要弄起来，然后再不就水浒，那全是哥哥，对吧？我怎么，对吧？广义全是武侠，反正，OK，就打踢球的嘛，水浒。对，就没毛病，没毛病。对，踢球就一瘾了，全为了打。对，还真是啊。然后呢，这个认真的说，小时候我觉得还真看过一点球，就是韩日世界杯，世界杯都有看。对，这必须得看啊！这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了。我们那时候学校给我们停课，组织我们去大礼堂看。哎，那必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我们当时就是只有一层的教室配了电视，全把孩子归拢到那仨屋里，就给我看电视。但是有意思是，就第一场踢这个哥斯达黎加的时候，组织我们去礼堂看。再往后，然后那个比赛完了之后呢，校长的脸色也很难看。然后后两场就没有这个事儿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不懂这种自信从哪儿来。你为什么认为你能打赢哥斯达黎加？我就问问哥斯达黎加人民就不踢球吗？你以为他怎么进的世界杯？咱就是说，好家伙，那你说能拼谁嘛？这个也理解，也只能拼哥斯达黎加。是，现实就是去他妈根本踢不过，是根本踢不过。我稍微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啊，哥斯达黎加正经是中美洲最发达的国家，哦，没有之一，哦，经济上是吗？对，整体而言，就是社会经济整体而言，哦，正经是最发达的，哦，啊，跟咱们国家也还正经是比较友好的啊。哦，剩下那几个不太友好的原因，我就不跟大家讲，自己百度啊。然后那个初中的时候吧，我就进了一家硬件设施还挺好的学校，所以就踢的比较多。嗯，但是我还是不看球，然后但是你身边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是零几年了，哦，有些球迷孩子了，就是球迷已经成了相当规模了，明白，就是看 NBA 的，看英超的，啊，对对，看西甲的都有了，还有意甲的，那时候意甲还没那个出那些什么电话门那些事儿，那时候意甲是最火的时候，对，那时候意甲最猛啊。但是我当时主要关注什么魔力宝贝啊，什么传奇啊，龙与地下城啊，地下城勇士啊，什么就这些吧，确实，然后没事就是。电视转播你肯定看不了直播了，是，对吧？剩下点自己玩的时间，我打开电脑肯定就是逛各种五月天，就是名字带五月天的各种攒进小网站啊。行，啥意思？这我都不懂。没事，你到时候那到时候假了，你自己摆摆肚子知道吗？好，我身边看球朋友多的有一个老哥啊，长得像尤文图斯主教练卡佩罗，时任主教练啊。那么老气呢？那孩子鼻子比较挺，而且长得确实老气。当然我给大家起俩外号，一个是基于仙剑叫牛头鬼婆，啊，长得有点像牛头鬼婆那个脸型。另一个呢，说一下就是像卡佩罗，就我给他取一外号叫玉泉路卡佩罗。好。然后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足球戏就这个老哥啊，我后来混得特别熟啊，哦，他送我一飞法，FIFA，还一光盘啊，零几我都忘了啊，反正就是说我当时装上玩了一下，觉得玩特累，说他妈谁闲门玩这个不好玩，就是他不踢球啊，太复杂了，就感觉就是操作不明白。你看我当时玩过最复杂的就是《真三国无双》，也是啊。然后呢，但哥们儿特别用心，哥们儿就用一笔狗爬字儿啊。就给我写一说明书，你知道吗？好的，在说明书里把每一个他觉得当时这个游戏里比较好用的俱乐部，哦，都给球员的特点都给我写上了，巨逗，还给他们每个俱乐部打一星，你知道吗？太好了，哎，太可惜了，我后来搬家搬了几次，我找不着那么说明书，啊，这都巨牛逼的东西。哎，你看那时候安利人游戏这个，对，操，这个诚意到什么程度，啊哦？是啊，拉人入坑，这个。他但凡有这心去追姑娘，我觉得都不至于。这两年才结婚，那他那么点岁数，像卡佩罗，可能追姑娘确实确实费劲，啊，人身攻击了，我操！现在反正是一个很普通的金融男，就每天设计保险产品，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心有过这么一段是足球经理的这么一段，确实那岁月啊。然后这个我们经常啊，就是回忆起来，我初中那段时间踢球踢到疯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放学都不走，嗯，就我们学校有一个大那塑胶草那操场，我们就约别的班去踢，派一个小子去隔壁班，完全一样啊，就敲门说今天放课放学之后啊，哦，都别走，去操场咱们
啊，决一下胜负，好吧，定一下咱们父子，我们称之为父子杯，好吧，反正就是哦，谁一群人拜为义父。我跟你说，北京这帮小灯主要玩这个父子这个梗这款啊，伦理梗、啊，全是比如说我哥们，我们比如说这卡佩罗吧，他练习这个射门的时候，他就助跑的时候他就说：“老朱，你看我这球进了，我就还没说完，就他想的是要打的一瞬间说啊，然后呢，边上一哥们就说：就是我儿子，然后他说：是你是你啊，然后就这种。”好、你就这北京小灯啊，就这个劲儿啊，群口相声啊。然后呢，就是初中的时候踢嘛，然后初中的时候我这个，反正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一个后卫了，就是可能责任心比较强，就组织大家盯防对方的几个那个、几个比较能带能趟的啊。然后呢，这段时间吧，就是我们班呢，就是当时啊有个技战术的一个特点，就是班长和体委是俩特别能跑的。OK 啊。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就是负责时间往前跑、哦，然后中场有一哥们呢，就是脚法特别细腻，哎呦，而且呢，就是入学军训的时候穿了一个军绿迷彩 T， 就是老军绿哦，哇，就那种怎么说呢，就特别像西瓜花纹似的，你知道吧？哦，知道那种、哦。然后后来我们就给起外号叫西瓜，因为哥们比较胖。然后呢，这我们班的战术主要是这样，就是后卫负责破坏和把球给西瓜。OK， 然后西瓜呢就是盘带过人，然后组织他这样，他确实能过人。哦，他问题是这样，他启动不起来。啊，他过完之后呢，对方又追上来，他再过一遍，就是叫摆脱啊，可以摆脱，但是啊好，对，过不了。然后呢，就只能就最后没辙了，就把球交给班长和体委，哦、然后前冲、啊，这俩人就往前冲啊冲。所以我们主打一个防守反击。意大利啊，就标准的意大利踢法、啊对对对，所以是卡佩罗嘛，是吧？都能合上。有一个胖点的皮尔洛，前面有俩前锋。而且我们打几个隔壁班的啊，就有几个那个特别能趟的、啊，我自己悟出来了劣势防守啊。我就说后卫 啊，不要站成一条线，你们几个傻子、哎、要掉层次，挨个冲，挨个冲的。哦，哎。然后后来卡佩罗跟我说：“你这个叫劣势防守。啊”哎呀，我说妈的，生晚了，我操！我要去意甲，我跟你说，就没有卡佩罗的事儿了。行啊反正呢，就是也是那阶段也打架非常多啊，就是反正得打架，始终伴随这种热血的劲头啊，球踢不过，这人必须打得过。完、哦，今天结束的时候，大家必须吹牛逼回家，哦，特别牛逼就、哦、哎，青春，我主打一个热血。我们主要就是回忆青春啊，无不良引导。对，可能想学有点难。嘉宾观点不代表几个立场。然后最逗的是呢，我回忆初中有一次踢球最逗的一个经历是这样，就是这个塑胶草的这个操场虽然很大、啊，但是呢，就是也会有人满为患的时候。嗯，就大家就一个操场，就一个球场，一个400米的一个大操场啊。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同学都在呢，也可能会满，就是没地儿踢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完全铺塑胶地面的一个小操场。哇、哦，其实那地方也正经摆俩球门也可以踢、哦哦、啊，小规模那种。只不过呢，就是一般大家更喜欢那个塑胶草的那个质感，是嗯、对吧？那踩起来舒服。嗯。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当时我们应该可能已经初三了吧？有一群初一的孩子在那打球呢，打篮球。就他那种跑到边上放了几个篮筐啊、嗯，就是这啥东西，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地方，然后那个宽线两边放了篮球架子，长线两边放俩球门，就特别就是这个。北京这些学校省钱、这个、都这样，省地儿，全国都这样。反正有一群孩子搁一个篮下面就打，是那踢着我说你们打你们的、啊，我们踢我们的。一开始倒也没事，后来这球不知道怎么就滚到那个，肯定会这样，滚到那个孩子有个孩子脚底下了、啊，可能给他绊一脚、啊，对，孩子急了，啊、直接拿着球给球闷飞了就。哦、啊，那我们这几个弟兄，这今天。本来是班内踢啊，就找不着打架的机会。终于磕一下啊！你这个主动找事儿，那必须围上去。然后我那天其实心情还挺好，嗯，我那天应该是什么？那天好像是我过生日，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哦，我还上去劝架，我说别，没必要啊，没必要，都小事儿，跟孩子说没事，你打你的。嗯，然后让那孩子把球捡回来了。嗯，啊，捡回来之后呢，哎，我把球给门将，又把球传给我。嗯。我就想说直接我他妈算了，我也不往前带了，我直接我就一个长传得了。嗯，然后呢把那个我们那个足球踢飞的那孩子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呢，我这一脚啊长传啊正正打他脸上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我们那个后面这几个兄弟吧，门将就跟我说、嗯、朱哥你刚才不想打呀，我记得。怎么真打？你怎么这样呢？然后那孩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那孩子眼神望向我的眼神。嗯，这还是人？人眼啊！前一刻他妈慈眉善目的跟你说，孩子没事，你打你的，我们踢我们。下一刻拿球闷你脸。
怎么会这样呢？反正就是不当人啊。嗯，那个时候就有不当人的故事啊。对，然后那一瞬间跟你架那儿了，嗯，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就不能这么说了，就啊。反正大概就这样啊，初中阶段，高中就确实没在踢球，中考考的不好，主要是，然后就放弃了这些，给你上点压力了啊，上点压力了。那是确实就是像就跟现在管打游戏似的，是，就踢球也是个玩嘛，是个不是正经事儿，是对啊，家长也就是说相对好一点，但是也对，不太乐意，反正浪费时间，是容易受伤啊，对啊，对，就真受伤，尤其到初中阶段啊，不是到高中阶段就更踢太狠啊，大家就开始有劲儿了，是高中阶段轻易不能打架了。啊，是初中的时候打一打也就算了啊，是打不出事儿的。高中阶段后来就，你再打就没错骨折了，动不动就骨折了。对，所以就后来就是一直就跟足球保持了一点距离吧。哦，然后呢，就本科嘛，本科读的大三，我就不是去西班牙读书嘛，交换嘛。交换的时候呢，选了一个地方，选的那个离巴塞罗那比较近。嗯，但其实当时我也不看球，但是跑在这镇子上吧，你慢慢认识当地朋友之后啊，你没法。不聊西甲，没法不看巴萨比赛，因为你去的每一个酒吧、每一个咖啡馆，全是这，只要到那点儿，一定是西甲，就是所有在场的所有人肯定是看，这不可能聊别的。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慢慢就接触他们呀，就发现这个跟他们聊了很多加罗尼亚和西班牙相关的问题，我就发现啊，这个我以前理解的这个西班牙国家德比啊，跟我想象的还确实不太一样，是。就这个氛围，它远远超出了那个一般的，对，米兰德比啊，哎，就是伦敦德比啊，对对对，竞技意味上的德比啊，就他们那个德比，到那天上价值是吗？那都不是上，我觉得是要定要，你知道是踢球，不知道以为是说谁输了谁刨心呢，你知道吧？既决胜负也决生死，决生死，内战了，感觉是吗？哎，巴塞罗那一赢，你知道疯成什么样吗？对对对，一个我平时感觉可能就。了不地两三万人的小镇子，能听到嗷叫，此起彼伏嗷叫，然后镇上都没人，然后开那小破车，我那兄弟还有一叔叔，妈骑一破摩托，然后自己后边也披一个什么呀，加罗尼亚那个旗子曲旗，但是他那曲旗也不一般，就那十字那个吧，是加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三角，再加一星星，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长得特像古巴国旗是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做加罗尼亚独立。这叫加共，加德罗尼亚共和国的旗，好吧？披这个旗的全是家族分子啊，大概率也是巴萨球迷。然后呢，老哥披这个家族旗子，然后骑摩托绕全程嗷嗷叫。行吧，嗯嗯，哦，就知道是深入到这个。再比如说开车的，这边把方向，另一个副驾，整个人探出车，举着旗子，一路飞驰而过，从你面前。啊！比斯卡巴斯，我操！这疯狂了，就得到这个劲儿啊，就得到这个劲儿。然后呢，有一次，那个巴萨又赢了，嗯，当时距离结束还有个20分钟嘛，我觉得马德里应该扳不回来了。嗯，我打算啊，坐城轨去巴塞罗那市里逛一逛，看一看，参加大家。听说每次国家德比之后，只要赢啊，当然输了也闹，反正就是赢了呢，可能闹的就温和一点。OK， 然后呢，会去那个拉姆达大道上啊，就是有游行的，我想参加这个去。我那哥们儿给我拦住了，说：“你别去，为啥？因为当时呢，这个西班牙这个中央政府和巴塞罗那关系已经非常，和加罗尼亚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说你别去，就条子会打人，那会儿可能会，闹大的话，真可能出现那种，就是比如警察放一些催泪瓦斯什么的，就会催泪，会驱散大家，会觉得怕你砸路灯啊，砸，因为它是什么呢？它那条大道边上啊，都是旅游区，冲撞个游客呀，或者说砸点那种奢侈品店。巴塞罗那就是旅游城市，也是，确实不好啊，确实影响不好。所以呢，就让我没去。现在想想有点可惜啊。至少去卖卖单了，是吧？那么当时我就拍两张照呢，对吧？多刺激！就去都去了，我觉得要是我在西班牙，我绝对去瞻仰这个事儿。看病看热病不嫌病大，闹路易威登是吧？砸！我就说路易威登是不是法国的？法国是不是波旁？砸！波旁就马德里。你看，全接上了，我全都接上了。然后呢，咱就说啊。我当时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西班牙这个足球它没法不好，它一个镇子这两三万人，好几个足球场，就正经是孩子是
被家长带着来踢球，就踢，今天就不干别的，孩子你搁这儿疯跑，嗯啊，有点像抚顺的乒乓球馆，你就是羡慕，啊、是，就说我小时候，我其实也有过很爱踢球的阶段，对吧？你当然踢的不好，那是另一回事，没有环境，中国，但是你确实，你说有草什么的这种啊，塑胶草，哪怕是的，是的，这个到就是我生活的真心镇，一直到我读本科的时候啊，镇上才有第一个正经的是说是能拿着踢球的这么一个，虽然是塑胶草吧，那是我上本科了都已经，所以这也其实也说明咱们财富的积累的一个过程。是，但是我觉得这也硬件一方面，因为你知道咱们临点日本足球部发展挺好嘛，然后有日本朋友，我在日本也踢过球，他们的就是说就是这个社区或者说民间的足球运动的这个硬件，其实还不如中国的大城市。咱们毕竟咱们大嘛，咱们肯定发展不平均，不能以说北京上海来代表所有的。但大城市确实，但我觉得中国的比如说前十几20个大城市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想从事一些业余足球活动的这个硬件，其实已经普遍比像日本这样的地方都好了。很多日本人来在中国的日本人说，哎，你们中国就所有人踢球，咱们约着踢球，全都是草皮啊，对对对，草地，在北京能约到，然后平均摊每个人摊个几十块钱，可能如果你们长期租的话，可能还更便宜。后来我也租过，在北京我也租，对啊，我上高中的时候啊，嗯，后来初中的兄弟们想约起来再踢啊，能租到一个人摊个30-40，差不多，对。然后日本说这个价格在他们那儿简直不可想象，还有就他们那有点草皮，我踢过，中间有大棱，就是那个草都很差。对啊，就咱们硬件其实到目前来说已经是可以了。其实你一定要踢，肯定是能踢的。对，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父母开始介入你的教育。对，主要是孩子这儿教育上，比如说数学不学，英语不学啊，让孩子踢球去啊，对吧？跟扯淡似的，是，对吧？就听着就感觉都带着这种不靠谱，嗯、是吧？所以就是。所以我自己反思啊，就未来如果说我教育我后代吧，我还是，儿童阶段还是多发展发展这种球类，多发展这类运动啊，乒乓球啊、足球都先都接触接触。我也是这个观点。像抚顺的话，就是乒乓球馆非常多，而且已经是几辈人都觉得打这个球很好，他不你不会有这种来自社会中的阻力。而且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在真心镇为什么那么爱踢球啊？是因为我们镇上啊有这种。工人师傅，带着大家踢一踢，组织，对啊，就哪怕这个场地说土的、沙土的、差一点，但是能安排踢，对，而且有成年人也踢，所以这种还是足球，其实它有很强的那种工人社区的那种社区属性非常重，对，得固定的一群人，每周末有点。空闲聚一起，您说这个厂区生活，东北人其实特别有同感。东北就是各种厂区，大家都然后工人文化宫，就是足球，我家那还是少，也没有真的没有厂。乒乓球的话，只要有工人文化宫，那必须有四五个案子。对，而且基本都有教。你像我小时候学乒乓球，基本就免费的。对对，那工人师傅就没事就对我当时陪练兼职一下这个。我当时小区里我陪练的叔叔是消防队的，就那个不到30的大伙子。反正那时候就是。各种厂区里，它是个氛围。工人师傅们，对，要么会样乐器，对，要么会球，要不哪个球打得好，反正就是他们游泳什么这个，对对对，这个文娱生活很丰富。是的，他们都擅长一点什么？对对对对，特别奇怪啊，该加点的多出两个点，不知道该点哪儿。对，点篮球吧，点足球。对，对，哎，然后这个就说后来呢，我读研的时候啊，我又去西班牙。这一次呢，选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氛围啊，这个选的是这个就靠近马德里的一个镇子啊，叫萨拉曼卡，小城市啊，但是很出名，在西班牙历史上很重要。这个地方呢，就是那种和我之前去过的巴塞罗那的附近啊，完全相反。就没事有挂西班牙国旗的。OK 啊啊啊，在那边呢，就是窗台上一栋楼啊，每个窗户挂一家族旗子。然后这边呢是挂挂那个西班牙国旗啊，所以呢就是氛围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个我特别幸运，我在去西班牙路上啊，飞机上认识一个也是个留子，当地的一个读书的朋友呢，就是他呢就跟我。他带着我介绍了认识了好多在当地已经这个读了两年书的兄弟，我就跟着我们这一群人吧，最后差不多凑四个人老聚在一起，就凑一起呢就做饭吃饭什么，再就是打欧服洛洛，用那英语骂人，啊发个右发个右，对方也是就欧服啊，我跟你说就你用点什么西语只能不打，你知道吧，再复杂点词汇对方是看不懂了，对方用一什么奇奇怪怪语言，我也不知道，然后欧服打都聚菜是，
而且欧福知道他菜，你知道吗？哦，就一看你的 ID 就像什么亚洲人，你知道吧？他就高兴啊。他就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你知道吧？还有这样的 ，fuck Asian 什么 ，fuck Chinese 就这种啊。然后我去那个苹果店特别逗，当时去路边苹果店买一个什么 Apple 的一个产品，然后店员跟我等那个调货的时候跟我闲聊，说你这色儿没有，等我们去隔壁店调一个过来。说你打不打撸啊撸啊？说你们亚洲人打撸啊撸特厉害，你带的我，不到这程度，对，就到刻板的这个程度，你知道吗？特别可怕，也没毛病，确实。后来我还真加那哥们儿，就是只不过一些打撸啊撸的机会不多，但是后来我还发现他还有一别爱好，这不是抓宝可梦吗？那时候已经没人抓了，就我这种特 nerdy 的，还他妈晚上还他妈出去溜达啊溜达，人家都小西班牙小姑娘小伙子抱着啃，我拿手机搁那教堂边啪啪啪甩的球，就是太逗了这啊，反正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爱好，就看西甲，我们四个人聚一起，然后呢，这等于是我又恢复看球了。哦，然后呢，这段时间就比较频繁的看西甲。我们当时第一次啊齐聚的酒吧看球，我印象特深。那场是皇家社会踢皇家贝蒂斯啊，俩破队儿我都不太喜欢，但是特别吸引我的是皇家社会球衣上赫然印四个大字，中文“南京钱宝”。我当时我人都傻了，我印象中啊，就什么欧洲什么桑坦德银行 BBVA 啊，再不就什么阿联酋那几个是吧？那几款，再不就什么365赌球这种逼位啊，这种那才给这个什么这个西甲球衣冠名“南京钱宝”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日本企业的，你知道吗？然后正好我们那桌上有一南京富二代啊，我就说杨哥。还是你们南京人牛逼啊、哦！你们都开始玩西甲了，我操！然后我这杨哥说，我也不知道，钱宝这么厉害吗？屌的鸦片！然后后来我们一查才知道啊，这南京钱宝赞助过两个西班牙球队，一个是皇家社会，一个是叫做 Rayo Vallecano 什么巴列卡诺闪电队，可能不是西甲的队啊，但是刺激联赛，但确实西班牙队、哦，甚至还组过类似于什么钱宝德比，挺服的，哥们儿挺行，真特行，我就特喜欢就中国人这劲儿啊，是。然后呢，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这皇家社会虽然我不喜欢啊，我就是觉得算是个强队，在其实挺强的，阵营挺强的，像、中上游吧。去年是第六还是差不多第六、第五、第六的位置，第五六这样啊。然后呢，这个成立特别早，2003年就成立了，1903年就成立了，哦，这比西甲这个正式联赛成立28年嘛，它比联赛成立还早。而且皇家社会是吧？啊，对，皇家社会。哦，然后呢，这还正经是1910年，阿方索13世就给他冠上这皇家了啊，这可以啊，这是不能说豪门吧，反正是老牌俱乐部，是百年老店，对啊，现在中上游吧。然后呢，这个在我们一群人一边喝酒一边看球美好祝愿下，南京钱宝在2017年就出事了啊，这个。高息西楚、然后就被干了、就干了啊，没了。哦然后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就是没去现场看球，主要是懒。一个是呢，另一个呢是这个球票比较贵啊，西班牙球票贵是吧？还是比较贵，相对于他们的位置好一点的话啊、就比较贵。你要是站在那个山顶上看，还不如搁电视吧里呢。这还真没了解过。而且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吧，因为我们不住在马德里。你想看皇马比赛，你得等于先干到马德里去，然后去看，然后晚上一看完马上得回来，中间要耽误点什么，你错过几个车，你回不来了，回不来了，你还得住一酒店。你们住那个区域，主队算是皇家马德里是吗？不是，主大家基本上要么皇马球迷，要么马竞球迷。对他有一个马德里竞技嘛，对这俩反正喜欢的人都有啊。马竞，我身边的西班牙人马竞粉丝比较多啊，那就可能你们那个区域还是偏马竞一点。但是萨拉曼卡正经也有自己的队儿哦，只不过就是人，我觉得当地人口实在太少，都是老头老太太。这个我能理解，当年长春队比较弱，还在这个假币的时候，我们都把那个延边敖东视为这个我们吉林省的主队。后来亚太冲到那顶级联赛了，然后就去看了啊。反正我了解过，反正他们是有，就是西乙下面还有更弱级别的队，五级的嘛，对，六级联赛。那当地人确实有组织看的啊，当年有邀请我说没事咱们去看看去。哦，有这样的啊，我是懒得去，然后呢，这个。
后来有一次旅行啊，就是我在集合聊这事儿，我们一行三人嘛，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回国了，然后我们剩下仨人，我们在西班牙玩一路，后来在加罗尼亚广场呢，被那肯德基背刺了，就吃完之后，三个人就上吐下泻啊，然后那个本来计划去诺坎普的，结果只有一个老哥凭借着对巴萨就是深沉的爱啊，就是顶着腹泻去了。我一路我就说胖哥你，哎呀哥你。要不就别去了，要不你准备点什么纸尿裤什么，万一窜路上。我们另外俩人窜的都面无血色了，知道吧？哦、都已经来了，躺那个酒吧、哦，躺那个酒店都起不来了。胖哥说：“不行，我必须去。”我操，已经约了，带着信仰去的。我的妈！然后呢，去呢？我说：“那行，那你要去的话，你帮我烧一围巾吧。”OK， 他就给我买一个巴萨围巾。哦。现在这围巾还妥善保存在我这个北京的家里啊，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啊。嗯、你确定吃的是那个肯德基，不是华莱士？是肯德基，怎么感觉？全西班牙就没几家肯德基，哦，他不爱吃吗？还是这个？就少，不是肯德基在中国国内特别多，给大家一种错觉啊，是很以为全世界都是、哦。其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肯德基主要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窜的够呛。然后后来这趟旅行结束之后呢？我就带着这条巴萨围巾啊，回到了萨拉曼卡。哦，我的妈呀，这就带劲了！我跟你说，这就带劲了。我前面跟大家讲萨拉曼卡是什么，是在西班牙历史是什么政治地位 啊？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咋说呀？国子监啊，萨拉曼卡大学相当于国子监，建校八百多年啊、嗯。主要呢，给国王出这个神父、神学家、法学家，哎、还有各种判官啊，就烧人的啊、哦，组织大家烧人的，主要我们要出这个、哎，还有写诗的啊，写诗歌的啊、哦，反正主要是搞保守派、保守主义这一块的，哦、而且呢，大教堂什么的好几个、哦、啊，我们镇上好几个哦，所以呢，你就理解就是西班牙最保守、最那根红苗正那一块的、啊，最弗朗哥那块的、哎，而且那个我们文学系边上那栋楼呢，上面还到今天都那个。拿那个大理石刻上说这是弗朗哥佛大帅当年指挥我们完成这个对我们这个国内叛军的十字军的这个征讨的好的指挥部所在地、哦、然后文学院这个楼呢是被当时这个叛军政府控制的这个广播台、哦、啊就是这都留着呢这都大理石刻上、哦、就这态度、啊、然后呢一块镇上有一广场、哦、我们有一广场叫布拉萨马尤啊这每个城镇基本都有、哦、当地的一种城市的一种建设风格他是怎么？他那个城镇广场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回廊，嗯，他围了一圈儿、啊，建筑围了一圈儿有个回廊，然后这个回廊呢，每一个廊柱，嗯，靠内侧啊，有一个大理有一个大理石的一个也不是大理石，就石头的一个人物的浮雕的头像，每个都不一样是吧？这个头像呢，基本上都得是西班牙的国王，再不就得是名将。啊、就是做个大贡献的、哦、才能上这个在这一光荣榜、哦哦、然后当时呢我去的时候呢还有弗朗哥在呢哦你知道吧就是咱们国内说弗朗哥没觉得没说啥、啊、在西班牙当地这就跟那个希特勒跟墨索里尼是一个级别了是、啊、纳粹的这一块的然后我当时呢带这条围巾啊出现在布拉萨马尤了之后啊、哦、我就感觉到很多股敌意的目光啊，唰唰向我聚焦，你知道吗？然后有一大爷最逗啊，一老登啊，拄着拐啊，跟我嚷嚷脏话，我也听不太清楚啊，有点远。然后就看他那拐上啊，就捆了好多那种西班牙国旗配色的丝带，什么国王丝带。然后我就回敬以中指，然后我就走了。这可以，太爽啊！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头像现在已经没了，你们现在再去萨拉曼卡，可惜了，看不到那个啊。这个后来撤，争议太大，一直在争论，对吧？啊，争议太大了，所以后面我们讲这你就明白，这个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还在演进这个事儿。是、啊、没有盖棺定论。西班牙这个国家就这点令我比较好奇，嗯、就是这些互相要弄死你的那个，就是这种声音和势力，就一直这么、嗯、就存在着一个现代国家里。然后今天就给大家答疑解惑，大家一起生活、嗯，这个我觉得挺奇怪的。就聊点这狠嗑、嗯。然后当时呢，我就老围着条围巾去各种酒吧看球，因为我室友是一济南人，他是那个皇马球迷、哦，我们俩就互相辱骂，经常。你就是我辱骂他到什么程度啊？我就后来，我索性把他在我手机里存那个号啊，我在他名字前加一傻逼，然后我说 Siri 打电话给傻逼，我 Siri 就会是要打电话给傻逼叉叉叉吗？看球原来都看到这个程度，哎呀，当时比较上头啊，当时啊，然后那个去那酒吧，
然后去固定几个酒吧，就是老板都熟了、嗯、然后其实去固定酒吧看球的人也都固定了，是就是也是社区氛，对，也是社区，所以赶上什么什么巴萨踢马竞，巴萨踢皇马、啊、巴萨踢西班牙人、啊、你就拿那个去，哎，我就必须到场，今天必须到场。然后他们都很想我，你知道吗？那、啊、个老头、啊、后来我不去啊，我哥们去了，还他们就问我哥，那个小灯呢？那个巴萨那个那灯，那个那小逼崽子必须给我，那个嘎达烂那个那小子，哎，我怎么没来？你也不就你是对巴萨也就这么回事儿？对，你主要是喜欢，我就喜欢激怒他们，要爽知道吗？我看出来了，太爽了、哎。然后呢，当时我好多西语脏话都搁那儿学的啊、哦、啊，就因为。就大家面向一个大电视看球啊，这脏话全来了啊，什么嘎巴隆，什么傻逼，什么黑的包牙也是傻逼、嗯、各种傻逼，反正西语脏话特别丰富、啊、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高妞然后都滴滴歪包，就是没蛋吗，就是怎么就啊就这啊，整体去加泰语的那种是吧，有没有吗？加泰语啊不太会，反正我就进球我就一句比斯嘎巴萨，然后就甩我那围巾高兴、啊、特别好特别好、啊、其实你真的你在那块酒吧你花不了多少钱、嗯、你这一两瓶啤酒你挑着便宜的 Amstel 什么 Estrella 什么这种 Estrella 可能这个主要是西班牙人喝、巴加罗尼亚人喝，搁那个马德里这边主要喝什么 Amstel 这种、这一两欧那么便宜啊、一两欧，然后呢这个买瓶水还一欧呢，对啊、嗯、然后呢老板你点两轮啤酒，老板还送点小吃呢、花生米啊什么那个腌的橄榄啊，就是氛围特别好、氛围特别好、然后骂归骂啊，但是其实这些老头特别的有礼貌，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哦，他有这个自信体面那个，对，他就是跟你看球的时候一边笑一边骂什么特别激动吧，但是其实他们很有礼貌，虽然有几个老登特别负责的还问我，就你戏学怎么样啊，你的论文写怎么样，天天来看球啊，问我怎么打算的呀，要不留在西班牙怎么的、其实人还是不错，还不错，氛围还是好，一个社区的感觉啊、还有时候呢就是我懒得去酒吧，我就搁家看，搁家看呢，我跟我那室友呢，就是我们俩研究过啊，就是买那西甲机顶盒，在当地得买特别的盒子，然后你得付费订阅，专门看足球的机顶盒。对 对哦，还有这还正经挺贵的呢。我们俩算了算，就是摊了一下，觉得还是太贵了，哦、算了就不买了。不买，后来我想出一辙来，你就今天如果在西班牙读书的留子，还可以考虑我这思路啊。就你整一 PS 不是有一网页浏览器吗？对。然后你用网页浏览器输入一个特定网址，那是这个境外中文赌球网站的那个分流，然后他人做特好，人那个信号特稳定，是是是，而且呢还配解说，你知道吗、啊？而且一台我记得是普通话，二台还有粤语，有，哇塞，做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广告什么乱七八糟，有时候还有美女解说，对对对，特别好，做特棒，灰色世界，推流特稳定，你知道吗？还有这时候，哎，我就当时我们俩就用那 PS 接上，用我们家的破电视看，看这个西甲，就这么看。后来我同学问我说你怎么看西甲，我说哎呀不好描述这事儿不好说，现在可能可以投屏了，都现在用手机打开，现在更容易了，一投就行了，对，都不用 PS 了 PS5 了、哇，挺好。然后我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啊，是我当时在萨拉曼卡看的，就是巴萨的那个17年的那个三月份那个逆转大巴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事儿、就当时首回合啊，巴萨呢0-4输那个巴黎在巴黎主场，对，0-4输完了，这基本就送走了，基本上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你次回合你必须得净胜五个才行，嗯，因为你等于客场没有进球，嗯，你必须得比人家多，因为第二回合17年还有客场进球这一说呢，对吧？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是，正式开踢之后，巴萨踢2-0上半场，但这时候我内心还特别平静，妈的，这五个你要净胜巴黎五个有可能吗？嗯，然后呢，下半场一开始48分钟，内马尔摔了，哦，摔着吹点，然后进了3-0了。这时候精神了，你就感觉有机会了。我操，哦，这万一要再进俩，咱就说，还真就真给巴黎掀翻了，你知道吧？嗯，然后当时我那个室友已经急眼了，嗯，说他妈这巴萨那哨吹的也太离谱了，这他妈内马尔这他妈假摔，我跟你说内马尔这人始终假摔，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他到巴西国家队才这么摔，哦，他搁巴萨也这么摔，好吧，嗯？然后呢，本来一边我这室友一边开始狂骂啊，这么着到62分钟的时候，卡瓦尼进一个，哦，巴黎扳回来一个，完了，哦，这下我心凉了，基本就没啥戏了，绝望了。那，你他妈还得要净胜五啊！你要记住净胜五，6-1。
你得6-1。然后呢，我那室友当时已经开始开酒了，你知道吧？操，今天他妈必须得喝一个，我操！然后呢，内马尔接下来就开始犯蠢了， okay. 开始踹人，然后就一黄牌。然后苏亚雷斯也假摔，苏亚雷斯确实演不了这个东西，咱就是说主要得交给巴西，确实啊、嗯、好。然后假摔之后又领着黄牌，到这块儿我心彻底凉了。然后呢，到88分钟，内马尔得到一任意球，进了，4-1，任意球直接打门进了4-1。然后呢，进这么多，但已经88分钟了，嗯。然后最邪门是89分钟，内马尔又进一个，5-1了。哦、还有啥？然后当时我屋里啊。我就嗷嗷叫，我那女室友出来，别他妈叫了，看个球，你妈叫叫他妈至于叫？我说你懂个屁呀、啊，娘们，滚！都这么上头了，我都 啊。然后我那室友也在喊，都他妈假的，越位什么这种。然后，嗷嗷喊，但时间不够，89分钟了。是啊。然后呢，最离谱的是，到93分钟，梅西又被人踹倒了。然后我就这必须他妈给我来一个，他妈给我补一个球。但是不行，但是感觉没时间了，就确实没时间。你补顶多补到95，是对吧？然后就95分钟，最后一轮进攻，内马尔挑传中路，然后罗贝托给这球反越位，然后踹进去了。哦，罗贝托当时我都不知道后卫里有这么一小伙子，不认识，就看这么多场球，对这人都没印象，就是有这么一人是吧、哦嗯？给踹进去了，给那球，还不是踢，就踹进去，飞铲起来给球踹进去了、哦，就那一瞬间，你就感觉。这场比赛太牛逼了，值了，就值了，就，我操，看这么一场，就你就能，就我就赶紧跑到阳台上怒吼一声，比斯卡巴拉萨，我操，这真是哇，就那天也太棒了，那天、特别美妙。一般看完这种球，容易成为真巴萨球迷，就对，你就觉得这太牛逼了，就是以前都是装的，你看梅西一个球没进，是全靠内马尔，你知道吧？哦，但是内马尔假摔确实是比较离谱啊，我就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经常看西甲的人，是你猛地看西甲，你会不理解，就怎么说吹这么多呢？啊啊！这前锋啊，我一碰他就摔，我一碰他都他妈100多斤的中年人，就是很多讨厌巴萨的球迷都觉得，就是说这个巴萨一直有裁判的偏向，对对，特别在欧冠上，哦，偏绝对是偏了，你放心吧，这肯定是偏的啊，不偏的话，这他妈肯定是翻不了8-0。然后呢，这个咱们就是说啊。为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西甲还是很好看啊！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西甲呢这种吹罚的这种风格呀，尺度，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一致的。哦，因为西甲都这么吹啊。然后出问题往往出在哪儿呢？就是西甲的队儿去踢欧冠是哦，显得碰一碰法甲，碰一碰英超的，尤其英超啊，完了哦，是吗？哦，西甲的球员理解什么呢？就是说我组织一个进攻不容易，嗯，哎，我这咔咔带过人什么的，你要你敢这么侵犯我，我就摔，我就得摔，我不摔的话，怎么能证明他侵犯我了呢？哦，所以是西甲的氛围是那种就是进攻不容易，然后球员，然后裁判会很支持你摔，哦，在西甲里，对，因为他已经越界了。哦，就是罚那个，就是阻停，这就是，所以就是说，你把这个吹的这个，这个原点啊，哦，往边上移一移，就得到西甲了。然后这个风格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西甲的后卫不敢轻易下脚，不敢从后面绊你。哦，这是个联赛的风格，对，你敢绊我，我就敢摔，我只要摔，裁判就吹，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哦，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谨慎的战术，相对紧，对，就紧，哦，所以你就得想清楚，你这脚下脚，哦，你就得等着吃牌。哦，就是他这个观念里，就是属于进攻组织起来是个很精贵的事儿。对，所以他，所以我理解啊，他是鼓励这个东西。哦，所以就是说，所以巴萨的比赛就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好几个球员搁对方禁区里来回这么倒脚，嗯，都找不到好的打门的那个角度，嗯，然后对方摆大巴八个后卫把人杵那个禁区里，哦，啊，但都不敢伸脚，不敢伸胳膊去够对上，哦，就这么着，在禁区里就这么来回的传，哦哦，跟足球传统有关系。你看西班牙人可能跟人种有关系，他们那人种就是说速度、力量、对身高，哦，全都其实。跟我们有点像，不会说日本学一些这个拉丁系的踢法嘛？其实他，你看，跟那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比，西班牙人是在身体速度上比较瘦小，比较瘦小，而且还不快。尤其你到欧冠，你就看出来了。那法甲那球员，那老黑，对吧？你说你个小，你跑得快点也行。西班牙人跑得也不快，也不快，也不快。所以他们就是说比较不那么相对不那么崇尚
身体对抗，对抗，对啊，除了巴斯克地区啊，不那么崇尚身体对抗。但是啊，由于西甲整体是这个氛围，嗯，就会形成什么呢？就是除了一般那种比赛，比如说巴萨踢个什么比亚雷亚尔什么这种，嗯，就是那就是一般就是强队围着弱队这么踢，六人，强弱比较分明，就是百大巴，弱队就百大巴，老老实实百大巴，然后强队就围着你踢，咚咚咚踢，然后弱队呢就看能不能防守反击进一个。嗯，这都是一般的情况，西甲。哦，然后好的好看的比赛啊，一般都是都带点别的意思的，嗯，比如说这个德比，各种同城德比也好，国家德比，或者国家德比也好，就是有点豁那个。然后那种时候，西甲的吹罚又变了。哦，还哦，哎，他就又变得再松一点了。嗯，允许你，就是允许你犯规，允许你互相对对。所以你看拉莫斯什么佩佩什么，对吧？哦，是那个他去犯规，他犯特别狠。对吧？他都是挑国家德比这种重要比赛去犯规，他甚至会等一等，哦，就是别让自己黄牌太多，还能这免得那什么。对，哦，所以其实它形成了一种，既符合它商业吧，就是好看，这样来好看，嗯，然后也符合就是一种他们的人种的需要，反正就是形成一种风格。是，哦，你经常看西甲，你就能接受，明白？但你不经常看，偶尔看一场，你会觉得，哦，这些节目我来，我就比较懵逼，其实我不看球，或者很包括很多就国外的这个外援球员来西班牙不适应的这个现象也挺多的。对，哦，去英超也不适应，英国那边相反。哦，对，因为我看过一段很短一段，英国人就是特别崇尚身体对抗，就是冲嘛，冲锋，哪怕我们把技术提高上来了，还是咱也不能丢了这个壮这。事儿就是，啊，对啊，我看，就是，咱老英格兰老米子奇老工人就得这样，对啊，我看都是把人这都顶飞了，然后那个 对我看了英超集锦里，而且那种英超那种前锋很多都是力量型的，是啊，那大腿嗷嗷的冲啊，啊，就崇尚那个，他们看那个人就场上，比如谁把谁撞飞了，他们对，然后就欢呼欢呼，对，呀，比进球还高兴，啊，对比进球好，就我们就要看这个，对，因为我西班牙这边，哎。你这不有意思啊，没劲啊，没别创了啊，对，围着球踢这样啊，这种是这样的哦，所以风格确实不一样啊，风格，哦，都能到深入到这种。平时咱们踢野球也是，我之前讲过，我说这个北京，比如说踢球什么样啊，各地还能不一样。山东踢什么球，广州踢什么球，啊，那肯定。那天现晚上就是来了一个那个别的地，一听口音就外地的朋友，啊，他来了之后就是上差点打起来。因为踢不是，就我们平就是我们那帮人平时不这么踢，岁数都挺大了。哦，完，啊，那哥们一来就是说上市，那说你这个犯规或者什么，就是就争执起来，就是，啊，争执就要争执，就是平常玩没必要吧？就是说，说我就这样，我就这么踢啊。啊，对，人家那就那么踢，可能。现在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直接就抡起来了。对对对，哦，这是足球那个人文属性就在这儿了，因为它是个纯对抗，这个可能跟就比方你爱打乒乓球，对，乒乓球是隔着台子，没有直接的肉体接触，对对，就可能没有这个那么大的这方面差异。足球就是说。说白了，就有裁判没裁判也是你这个球是犯规不犯规，其实在啊，能理解这个。就我们这就允许说稍微屁股拱一下撞一下，是我们这就说，哎，你不能碰啊，你稍微一碰一定重心，我就算犯规。咱们就纯玩技术，哦，啊，就你各有各的玩法，对，对复杂，嗯。然后当时我们除了用 PS 看球，也打打实况，哦，然后那个合作，我们俩就合作，两个人一起。就是，那操纵一个最容易打架了，不是一起踢欧冠啊？那最容易打架了啊！然后你俩对着踢容易打架。然后我们俩发现呢，一开始按我听我的，说咱们先用巴萨啊，用巴萨，啊，他妈躲几回冠。OK，发现不好使，就是人就是你用你看电脑玩巴萨，嗯，就特别流畅啊，咔咔传，咔咔传，啊，传到你门里，你两个人配合那完用巴萨用明白，根本用明白，你知道吧？哦，然后呢？但你两个人用皇马就最好使。因为呢，皇马是个人能力强，对个人能力强，这球员素质高，皇马跑呗，就反正，哦，嗯，然后呢，小配合能打，复杂点配合真打不动。然后当时我们呢，欧冠用那个 PS 踢欧冠，最费劲的就是老被伊布击败。嗯，我甚至连伊布当时在哪个俱乐部我都忘了。17年他在哪？AC米兰？那可能是应该是意甲。要不哎，要不在巴萨？哦，还不在巴萨，那就是在 AC，那就已经去 AC 米兰了啊。然后呢？当时那款游戏里应该给伊布射术可能给拉满了，他就是满的，这也没啥问题，是吧？他当时确实猛，他现实中也是满的，确实是很多神仙球。嗯，哥们儿到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一到禁区啊，都不用禁区，嗯，哦，起脚就有，喂啊，就无敌那游戏里给他射就无敌，射就。然后我们俩为了赢他啊，那都满头大汗就。一看伊布拿球，立刻就让球员去铲。你们把那个电脑难度调低点不就完了？不行，俩人就较上劲了，你知道吗？哦，嗯，
伊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哦，我玩过一点点那些什么电，就是电子的足球游戏，我的感觉就是那个足球的作为一个混沌系统，很难，特别难理解，嗯，我特别盖不到，就是所有场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动，嗯，所以我不知道啥时候那个球能进，就是玩不出一个思路了。其实它就是好多操作呀，你得长时间玩。然后那块就完全不懂，要不然你要每个事儿都得琢磨一下，你这啊就完了，你这顾问。而且足球游戏我觉得远比足球本身简单多了，嗯，有很多根本不看球、不踢球、不懂球的人，就是专门玩这个足球游戏的，嗯，也有这种，哦嗯。相对游戏嘛，肯定就是还是规律，比物理世界简单多少万倍了，也是，嗯。对，然后那个最后离开西班牙之前啊，读研的时候我还参加我之前认识加罗尼亚一哥们儿婚礼，嗯，哥们儿跟我关系特别好，就是。当时经常一起看球，去家做饭啊、吃饭啊什么。就是他这个婚礼呢是这样，就是其实是补办的，孩子都两岁了，老二都生出来了，然后去那个民政局补办一个。是这个现象比较普遍吗？很普遍，就基本没人结婚了已经。所以我就说这个婚姻制度啊，在人类社会已经快到头了。我操啊！西班牙政府为了方便大家去登记啊，已经把这个就是子女的这个。户籍登记跟这个结婚这事完全掰开了啊！你只要能搞清楚，你搞不清楚也无所谓，反正就是 biologically 就是你是谁生的啊，就是搞清楚这个就行，就是有人养你就行。然后呢，那个别的那些事儿吧，它有别各种类型替代，简单来说婚姻的东西，比如说民事结合，哦，可能在财产制度上就可能就分清楚，哦，就分得更清楚。具体我不是，哎，对，就俩人合伙养一孩子是吗？对对啊，但他俩不是结婚，没有，不是夫妻关系，不是夫妻关系，就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替代的制度，我都不太懂啊。就反正当时给我听了，我挺糊涂的，我说我操，这什么东西这是？哦，但是我现在三十多岁，我现在再看，我感觉，理解了是吗？我感觉中国社会也快了啊，就是传统婚姻制度快到头了，这种强相关的这种财产继承啊、财产分配强相关的制度就快到头了。那西班牙就那样。啊，就是大家就凑凑，该怎么过怎么过啊，没人去登记结婚了啊，真的。还有他那个他叔叔，像我这哥们儿，他叔叔都五十多岁才领证了。哦，我操，这多半辈子过去了。哎，你说只要把这个财产啊，什么这些社会关系这事儿理清之后，其实就打消了大家不爱生孩子，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反而是促进生育的。因为传统的婚姻就是为了确保一继承人血统必须正。二财产要分清楚，嗯，谁是谁的，婚前的，啊，还是婚后的，对吧？啊，对对，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啊？那民事结合的话呢？那就你们俩到时候打官司的时候，你们走别的民事流程，反正别从婚姻这块走。哦，就你们俩这种关系，这种长期的这种关系，婚姻这种把爱情啊、性啊什么这家庭关系这些都掺和到一起，都掺和到一起，其实反而就是，哎，对。有一些人，大家就有很多顾忌，哎，你知道吧？分不清，这样咱们就签一合同，就是说我就是想要一孩子，对。然后我这个合作方呢，他那民政局特别逗，不想要孩子。他俩合作呗，就跟打官司似的，你知道吧？进来就是说宣布一下这个法律，然后怎么就走完流程，啊，然后登小锤一敲，然后你们现在就完成这个民事结合，啊，就完事儿。我操啊！就弄这孩子之前说好了，说我是愿意养孩子的，嗯，你不愿意养，对对对，那你按月给我点钱，反正这些事儿都能谈。哎，写好了，说白了，这些民事这些事没有纠纷，哪怕现在就是很多人不敢生孩子，就是说，哎，万一我生孩子就是什么单亲抚养的，对吧？这那个的，就把这顾虑都打消的话，大家也不没有说不愿意生孩子。老鸨最那啥的一期，对，反正就大家反正就是最震动的，都有辙，反正都有辙，都有辙，都有辙啊。我们这也瞎说，估计西班牙也，中国也快了啊。然后呢，这哥们呢，他弟弟跟我关系特好，他弟弟干嘛呢？是做那个 FIFA 的球员的数据的。哦，我操，就是他给那个应该在 EA 工作呀？不是，他就是外包，等于是他人就在西班牙，外包给他。他就更新的一种，就是啊，更新数据的机制，啊。那个足球经理，足球经理，我记得就在全世界各地有7000还是1万的那个专门给他们打工的那个，就是像调查员或者叫球探，他继续看人家的训练是吧？到处看，然后说，哎，我在比如马德里，我发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不错，数据要高一点，然后他们就可能把他当成一个潜力的。放在游戏，像那个亚马尔，在那个，在他我听郑老师讲过，说那个成名之前，早就在那个游戏里有了，对对对，在那个就是，哎，他就干这个足球经理里会就是有，包括西班牙很多筛出这些人，对很多低级别联赛啊，没人看啊，但是人家有时候游戏里做呀，他们去看，啊，他们就去看去，哎，把这些数据给输入进去，哎，啊，整理这个啊，程序员吧算是啊，挺好哥们儿。然后那天我也第一次参加加罗尼亚传统婚礼啊，整的还挺热闹的。有啥特殊的什么环节？也没什么，就唱啊、吃啊、喝点酒啊、跳啊什么的。哦，然后那天我们就聊了很多关于巴萨、关于加罗尼亚的事儿。嗯，啊，这个事儿当时给我感触很深，因为当时已经17年了嘛。嗯，是当时
如果大家对政治了解比较多，17年就是那次闹了最大最狠那次要独立吧，哎，公投，对，都投票了，号称是90%几是这个赞同脱离西班牙、这个结果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到加泰罗尼亚人民、他平时那个表现，他确实想，因为我真是我长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觉他们确实想、你只要敢让他投，他就敢给你投出这个来啊。我比较吃惊，还8%不愿意走，可以啊，你们这个可以，说到他们这个之前吧，我们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好，缓一缓，缓缓拉一小会儿。接着说啊，刚才讲了很多我个人的看球踢球的小史啊，讲的现在呢就说说这个，咱们就聊聊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城市，这个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这么个队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老有人说这巴塞罗那巴萨不只是个俱乐部，老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吧，承载了很多是吗，这个对它的意涵非常丰富啊，我就给大家以这个机会吧，借这机会给大家顺便延展一点这个关于加罗尼亚这个地方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呢、太好了，今天这个来着了是吧，你点开这个节目肯定来着了，因为我敢说啊，就是前面研究这人不多，然后我呢是因为大三的时候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嘛，所以我就是对这话题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后来大四回来我写论文我就写的这个，哎呀，跟这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就挑着给大家聊聊。首先咱们说这个西甲其实是28年才有争议，但是就是基本认为是28年开始，1928年，1928年，好，然后呢一直踢到现在呢，中间除了这个内战啊歇了3年，再就是新冠疫情休过赛，基本没停过，是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从西甲的历史开始理解这个整个这个事儿啊，你就解读不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说加罗尼亚和和那个马德里和卡斯蒂利亚的这个矛盾啊恩怨啊，必须得往很跟前追溯哦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说，看那些很奇怪的新闻，比如说什么呢？你像巴萨踢巴伦西亚都还好，巴萨踢皇家西班牙人也还好啊，因为这种是什么加罗尼亚德比，或者说巴塞罗那同城德比，或者皇马踢马竞这种德比还好，但是唯一到巴萨皇马德比的时候，你会看那些特别怪的事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安检会变得特别严，不许大家带那个加泰独立的那个旗子，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年出现了一个巨幅，巨幅加泰罗尼亚独立旗。那一年特别离谱，导致什么呢？那一年导致转播的时候不敢给观众席。OK， 严格的控制那个镜头，不能出现这个东西。出现的话，你俱乐部要交罚款，而且这罚款是浅的啊，后面还有别的事儿呢，停赛、扣分什么的，对对对，都有可能的，停赛都有可能。而且呢，这个群众喊这个他们那个加泰兰语我也不太会，大概类似于西班牙语的 independencia， 就是独立，他们 independent 啊，这种类似的话，你看几万人在这喊啊，那个比赛转播的时候收声都不敢收。加泰语和西班牙语差的很多，是很大很大啊，就有一些词是相似的，我能看懂的，很多词完全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啊。然后呢，那个收声改成什么呢？收足球的声。哦，砰！把现场声给屏蔽掉，你只能听到球被踢的声音，因为球里面有那个啊，对对，你只能听到球，现场没声儿啊，然后镜头给的也非常少，反正这种事儿吧，巴萨这个就是俱乐部没少为这个吃罚款。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飞哥转会啊，他是从巴塞罗那转到皇家马德里，哦，这简直就炸了是吗？不是，我跟你说，就别的德比，米兰互相转会很多，可能大家有点反抗情绪，就是，但是也还好，但那个就简直就像杀了他，要有人生生命威胁。伊布是不是就这么转过？国米到 A 米是不是？他是不是这么？哎，米兰很多人转是吧？就这么米兰之间其实这个还好，别的什么伦敦球队之间这都很常见。那个就是还有给人弄猪头那个事儿，对吧？给他弄，就是一定要弄死飞哥这个人。就是说，以后你敢来巴塞罗那，弄死你，你就别想活着出去。我跟你说，就过这么多年，还有人念叨这事儿啊？对呀，现在还是，现在还有人念叨这事儿，是有老当还念叨。就是大叛徒，飞哥就是大叛徒。就是你去哪个队儿不行，你非要去皇马？哦，就到这个程度啊。啊，
所以呢咱们就好好聊聊啊，好好聊聊这加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的这件事儿。卡斯蒂利亚我给解释一下啊，是西班牙中部，中部以及这个偏北，中偏北整个这一大片，是传统的我们管这个叫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是什么意思啊？它其实这个翻译的不太对，其实西语发音叫卡斯蒂亚，卡斯提亚，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会国内有翻译成卡斯提亚，对，卡斯提尔，对，这就是卡斯蒂利亚，这是王国风云的第二个新手村，这个地方学习系统最好的地方之一。这个地方咱们说啊，它是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西班牙的这个我们说传统的主流，是日本动画里那个红色的那个男主角，是他。哦，卡斯蒂亚的意思是城堡，哦，然后在西班牙国会上看到那个城堡，那个是他。哦，然后呢，你会还会看到一个什么呢？还会看到西班牙国徽上还有一个，有红有黄的几个条纹。对，那个叫阿拉贡。哦，阿拉贡呢是西班牙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话，我们看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或者一个牛头，它的那个右上角，那旮沓，那叫阿拉贡。这两个呢是这个恩怨比较多。然后阿拉贡呢和加罗尼亚呢，你基本就把它视成一个概念就行，基本上就一个概念。只不过呢，这涉及到中世纪的一些这个法理的更迭，法理上的更迭啊，名的更迭啊，嗯，基本上都就是王位都统一成一个，就理解成阿拉贡王国就行。只不过咱们今天的来说呢，一般说加罗尼亚，是说它这个自治区，因为西班牙是各种自治区嘛，是。西班牙是咱们说主要国家里面唯一一个全国都是自治区的国家。是，这挺好啊，这你听完今天这期节目你也就明白为什么了，好几十个是吧，都是自治区。对，全是自治区，包括马德里中间这个啊，都是不同的自治区。然后呢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们得知道，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加罗尼亚和中央的这个马德里政府的对抗啊，矛盾，最核心的问题啊，我说啊，要我说最核心，别的历史问题咱们接下来会谈，但最最核心的，首先你得搞清楚，跟历史啊有点关系，关系不大，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这个地方占了西班牙6%的面积，但是差不多提供这个国家20%多的财富。哦，财政是个经济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太富了，然后它又有自己的语言，加特兰语。你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埋下了这个，所以他不满意，他不满意的根源是什么？是这个钱怎么花的问题。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去想一想啊，比如说现在要规划一条高铁，你是先就是说咱们国家今年攒下来的钱只够修一条的啊，你是先修谁？你是先连接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呢，还是先连接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呢？我操，这事儿对吧？这个就很具体的关联到你生活了，对吧？是的。那可能西班牙政府万一说，你们那边啊，先别着急，我这边比较着急，好吧？你们先等一等。虽然你们今年纳税上贡最多是吧？但是你们等一等，好吧？明年再修你们，这个就产生矛盾了，对吧？无论你国会你怎么辩论，对吧？这可能就说不明白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国会到最后国会批钱的阶段，你加罗尼亚的议员都不同意，说他们哪有不连接他们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的？是的，对吗？但是呢，人家别的省份的人，人家别的自治区的，人家可能不这么想。是啊，人家说这条高铁连接了这个马德里和塞维利亚，我们整个南部也得振兴啊。是啊，那游客多呀。那么多游客飞到马德里，再坐上这高铁去塞维利亚玩，这不挺合适的？是。再说你巴罗那本来你也不缺游客，对，没有高铁也呼呼上人。你他妈对，你不需要高铁，好吧？我们这边比较着急，这下骂下来了。所以这种矛盾，就跟英国学，从谁那儿走谁花钱啊？对，也是不也是一张？但是有人就不理解，你说为什么苏格兰公投为什么55%的人不同意离开？因为苏格兰穷啊，哥哥，人穷谁他妈去啊？咱就是说，对，我想去啊，我也想去，确实是。你看看踩我车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帮人都是，对吧？确实是，所以这个是最核心的啊。咱们再说这个，然后咱们再聊聊历史的这个，就是一个趣味的一个东西啊。咱们就说，首先呢，西班牙这个最古代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罗马人，咱们就罗马人之前咱就不聊了啊，就罗马人占领过这个地方，把这建设的罗马建设非常好，对啊，罗马人特别认真的建这个地方，而且出好几个皇帝，我记得武前帝有俩是西班牙出身的，像西塞罗这种人也是西班牙出身的，所以西班牙人呢在罗马统治时期啊，人家正经是老罗马人，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老兵的疗养地，对，就是疗养地，公民权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虽然距离意大利、距离罗马本土有点远，是啊，但人家在认同上啊，就是罗马，完全不觉得自己我们是老罗马人，是外人啊，对，跟那个高卢啊、什么不列颠那些蛮子不一样，对吧？我们这儿那个跟罗马城一样好，就是
入关入的比较早，因为罗马公民兵不是他要服役到就是很大年龄嘛，所以安置他们其实是公民权益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在这个伊比利亚。那气候确实，气候啥确实气候好，对吧？啊，水舒服，待着太阳嘛，然后还是很重要的港口嘛。然后呢，罗马不是玩完了嘛？西罗马一下就崩溃了，是崩溃了之后呢，这个西哥特人就冲到这伊比利亚半岛来。但是咱们说啊，他们建立了很松散的无数个小王国，没有形成很强有力的这个中央集权。然后呢，统治了那么两三百年吧。然后呢，阿拉伯人就冲过来了。阿拉伯人来了，阿拉伯人这些说很多次了，就给扬了。扬了之后呢，剩下一小撮这个基督徒就躲在那个山沟子里，北边的山沟子里躲着躲着啊。然后呢，这帮阿拉伯人呢，一路往北啊，一路向北就冲到法国。法国呢，遭遇这个铁锤哥啊，查理马特直接给揍回去了。揍回去呢，这场战役叫普瓦提埃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啊，法国人就他妈就打回去了，打回去了，打回到比利牛斯山，过了山，进了半岛。咱们就说进了半岛之后，这个仗啊，复杂是不熟悉了这个地方是啊，另一个呢，补给线也太长了，是还有呢，就是不顺利。就是这个基督徒，你比如说半岛不是剩点基督徒吗？你以为他们应该帮着法官对吧？哎，结果呢，就是人家还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有时候还帮着阿拉伯人干你呢。为啥呀？所以这个情况一下就变复杂了。所以法官就说：“妈的，哎，算了，就回国吧，我们先回国忙我们自己事儿吧。”是。然后呢，就搁这个比利牛斯山的南侧，就西班牙这一侧呀，建了几个贡达罗。这贡达罗大概什么呢？就是大概对应英语的 county。就是郡，现在叫郡。OK， 但是在封建时代呢，叫一般翻译成伯国，王国、公国、伯国、伯，哎，就那个、比较低，公的公国再往下，伯爵、伯爵的领地，领地就叫伯国、哦哎，就这么回事儿。哎，然后呢，干嘛呢？就是给你们个任务，就你们主要就帮我们挡着摩尔人就行了，就别让这阿拉伯人再冲过来，别翻这个山。哎，你就搁这山这儿守着就行了。那么其中一个伯国就叫巴塞罗那。哎呦，所以巴塞罗那在这块儿就出现了、哦，所以他从根源上你就意识到，他跟西班牙关系不大，主要跟法国有关系。哦、嗯，他倒是位于西班牙，是吧？位于今天的西班牙、哦、啊。那么由于地理上比较偏远，啊，再加上有些实力比较强的这种伯爵领，就把周围的这些小伯爵领就给吞并了。嗯，那么其中成长起来的是谁呢？就是巴塞罗那啊，比较强啊，他就实力就变强了、嗯。实力变强之后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法国那边也出事了。到公元988年啊，这加洛林王朝被卡佩王朝取代，嗯，所以呢，这个巴塞罗那伯爵就没有向新的法王宣誓效忠。呵，明白了吧？哦、啊，我的领主变了，那我不一定向你效忠、哦，所以他就没有宣誓效忠。那就不是伯国了，就他就独立了，独立了是吧？就从这就独立了。啊、然后呢，再到后面到1137年呢，这个巴罗纳伯爵和谁结婚呢？和一个叫阿拉贡的王国的女王结婚了。嗯，所以这样一来呢，他们的孩子就等于一下就继承了阿拉贡王国和巴塞罗那伯爵、哎。啊，这好像是那个 CK 3的那个经济战役的开头，啊、应该是这里是有的。那、哦、你这样一来呢，等于就是合并了共主、哦，就是两个王冠戴到一个孩子头上。嗯，这就以后就不分家了啊，哎、就这么着了、哎、啊。然后呢，再到后面1258年，法国呢。签了一个条约叫做科尔贝条约，从这儿开始呢，法国就正式放弃对加罗尼亚的宗主权、哦、啊。之前是其实他可以索要，其实我可以再回来要，你不向我效忠，可以宣称是吧？哎，我可以宣称这个地方啊，只不过从这儿开始呢，就是我不要了。当然反过来呢，加罗尼亚也对法国承诺，就普罗旺斯什么这些地方我也不要了。哦 okay, 因为你按照部分家族的家族分子今天的要求哦。他要建立了大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是包括法国南部的，我操，一大片，牛逼啊啊！当然，这能不能成的，是先不说，先吹牛逼，反正先把牛逼先吹出去。所以就这样，本来呢，我们说这个巴罗纳这个区域啊，已经跟西班牙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哎，通过这么几个巧合，是吧？又回归到了西班牙的历史轨道里面。哦，因为他毕竟在伊比利亚半岛，对这个，所以最后还是回归到了这么一个历史秩序里面、嗯、啊，就比利牛斯山最后还是形成了一个天然边界、嗯、啊，和那边就还给它分开了、嗯。分开之后呢，这个巴罗纳伯国呢就成了阿拉贡王国的一部分。然后后来呢，咱们就说这个伊比利亚大婚，哎，就是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又组成了西班牙。哦、我在这块给咱们 SPAC 打广告，咱们 SPAC 第一集就得讲这个。哎哎、所以呢，这个一体化呀，但是这个一体化表面上看，你看完成了，是吧？从巴罗纳加这个阿拉贡。得到加罗尼亚，再从加罗尼亚加卡地利亚变成西班牙，好像完成了、嗯、是吧？是的。但实际上，咱们说啊，这每一个组成部分，
全部都保留了自己的习俗传统，然后呢，这个法律、货币还有政府。呵，哦，哎呦，啊，所以说这种高度自治。嗯，打一开头就埋下了，统一了个寂寞，就是，哎，所以这个统一呢，只是形式，形式只是不打了，行政上就是，哎，只是咱们理论上不打了，okay，啊，但是你下命令是各下各的，不像咱们想着说中国这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啊，OK， 直接郡县制，直接给你们都废了，嗯，啊，六国贵族就以后你们就是富家翁了，嗯，好吧，你对这个统一不再有统治权了，是吧，哎，但是西班牙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OK，咱们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已经到十五世纪末了，哦，这么好吧，听懂了吧？这到十五世纪末了，哦，这才形式统一，哦，所以说从后来这个西班牙双王组成这个西班牙之后，哎，这个特拉斯塔马拉家族没有继承人，后面和这个被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哎，这个小灯啊，美男子菲利佩，哎，娶了他们这个疯婆子胡安娜，哎，这都是外号啊，这是欧洲史的一些外号。生出来这孩子查理五世就继承了整个这一大片领土，嗯，他就成为西班牙就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众多领土的一部分。嗯，然后呢，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大特点呢，就是特别松散。他的领土散布整个欧洲，到处都是。嗯，啊，今天的什么荷比卢啊，什么这个法国的，东南部分啊，法国的南部啊，意大利的北部啊，啊，什么奥地利、匈牙利啊，就是特别分散，就是非常 CK 散。所以呢，这个不连着是吗？有的很多都不连着。哦，这个，所以呢，这个西班牙这块虽然是连着的，咱们说，但是查理五世他们没有能力在这块治理这个问题，行使那种强君主集权啊，鞭长莫及了，做不到，做不到，嗯，就只能是商量着来很多事儿，哦，啊，商量着来。所以在这块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说传统因素的话啊，加罗尼亚的分裂从历史上就这儿就埋下一个祸根儿，嗯，啊，打根儿上就他就有这个特权。那么这个特权的情况一直维持，一直维持，维持到什么呢？维持到1700年，哇，这么近，很近了，哎，嗯，已经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的曙光了，是吧，嗯？那么就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末期呢，国王卡洛斯二世啊，近亲结婚的一个生出来一孩子，就是方方面面都完蛋了，已经，嗯，啊，这说智力忠纯都已经可能算好了，哦，啊，哥们儿时不时发癫啊，哦，就是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呢，导致从血统上来说，法国当时的波旁王朝就路易十四那边啊，哦，还有奥地利那边啊，哈布斯堡，奥地利哈布斯堡，哎，都能继承这个帝国，哦，从血统上啊，嗯，就他们都是反正往祖上哥俩呢，啊，都有的说啊啊啊，而且呢，这个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欧罗巴就一条街嘛，打听打听谁是爹，是对吧？反正就是一家人。从实力上来说，也就他们俩能争一争，嗯，哦，啊，所以呢，这个法国和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哎，那就是老仇人了。到这会儿，是，嗯，因为整个我们说整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就是跟法国这么干，来来回回干，哦，啊，干到这会儿呢，就是说这边是绝嗣了，没人了，嗯，所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绝对不能容忍法国去把这西班牙给夺走，哦，不能给法国，因为夺走西班牙意味着他将继承西班牙的海外的庞大领土。这个时候，哦，西班牙已经变弱了，但是对，还有南北美洲大量殖民地，还有古巴，还有菲律宾，还有加勒比海上无数个岛，是，嗯，所以这两股势力啊，任何一方吃下来完整的西班牙帝国，那就都意味着重塑欧洲大陆。是，就查理五世是暴打法国打最狠的，所以法国人也特别恐惧这个事。Great again 了，是吧？啊，那真是 Great again 了，那就又来了。所以呢，这个，所以双方呢，就 battle， 先谈不下来呢，怎么办呢？开始拉帮结伙，哦，弄，就是什么英国也荷兰啊，这时候掺和进来，就都掺和进来了，因为他们俩主要是怕法国厉害。哦，对，啊，所以这个整个欧洲呢，就变成了一个，就相当于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吧。嗯，哦，明白，干起来了，嗯，啊，干起来了。然后西班牙国内也特别逗，西班牙国内吧是这样，就咱们就说马德里那边啊，就是卡德利亚，嗯，中央的这个区域，啊，西班牙中原人就说他们呢比较支持波旁家族。哦，嗯，因为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波旁家族上台啊，帝国啊不拆，哦，哎，比较完整。波旁这边承诺就是咱们帝国之前什么样还什么样，嗯，啊，只会变得更大，不会变得更小，嗯，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帝国维持起来对他们比较有好处，啊，然后呢，因为当然路易十四也很强势啊，也是啊，他们觉得跟法国结盟也比较好，未来比较有利，哦，但是呢，咱们说啊，因为这个波旁家族啊，路易十四啊，他的整体思路是什么呀？
就是得搞中央集权。对，是的。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咱们欧洲这些国家打来打去的，什么谁都干不死谁，问题出在哪儿？就没有中央集权。是的啊，才明白过来这个。好几个法王被这个贵族背刺。是啊啊，所以他就终于意识到，妈的，还是搞中央集权。但是这个欧洲反射弧太长了，是这都一七几一年了，对吧？才想一个事。然后呢，这个加罗尼亚这边听说哦，波旁要来，嗯，好家伙，那波旁家族是好人啊，那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来，他们反对这个，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加罗尼亚贵族到这个时候还维持着自己特权呢，还有自己的货币和法律呢，哦，所以他说什么他都反对，不想放弃这个事情，不想放弃，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哈布斯堡家族来，嗯。哪怕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呢，哦，也行，嗯，啊，一笔写不出两哈子。所以这样呢，就是说，这场王位继承的战争啊，就从一场外国干涉势力之间的这个争夺战，又同时增加变成了一种西班牙内战。哦，就西班牙这个王国内部又分裂成两股势力，哦，支持两个派系，就这么打起来了。嗯，然后最添乱的还是英国，哎，英国能恶心法国的事儿，那必须来，这都能有太好带英的事儿啊，那必须的。他搅屎，他最卖力气就他，嗯，他拉着谁呢？他拉着奥地利，说咱俩签一个条约，就是热那亚条约，干嘛呢？约定一起干法国。嗯，然后呢，怎么呢？约定什么呢？这条让加泰罗尼亚人特别兴奋，就说要说干完之后啊，要维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然后英国人呢就出人出武器，就武装加泰罗尼亚，哎，说哥几个啊。你们相信我，咱们这个事业是非常正义的，一定要跟法国人干到底。哎，然后呢，这加罗尼亚军队啊，就真的拥护这奥地利大公，这个奥地利的这查理大公啊，就说我们今天必须要让查理当上西班牙国王，别人我们都不认，波旁必须死。然后就这么就打起来了，打得非常惨烈。然后呢，打着打着吧，奥地利和这个英格兰就悄悄和法国和谈了。就给卖了。那双方说是要不这样，咱们哎呀没必要为西班牙打成这样。咱们各退一步，好吧？之前没谈拢，咱们重新谈一次。这样，法国呢承诺，就是这个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佩，你当上西班牙国王之后啊，你要放弃继承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哦，这样来，你们这两个国家永远不能合并成一个。啊，你懂了吧？啊，放弃西班牙，你们各是各的就行，好吧？我也不要求你不要，你各是各的，你各过各的，好吧？然后，但是呢，你要放弃一些领土，就你菲利佩。继承了西班牙王国之后，你要放弃领土，比如说当时西班牙还占领意大利大量的领土，还有萨伏伊什么的啊，低地国什么的，你要交给这个奥地利和萨伏伊，我刚才说错了啊，就是低地国什么的，交给奥地利和萨伏伊，就你给我一点，你分我一点就行。主要是波旁发现打不赢，可能一直这么打下去太亏，打不赢，所以之前波旁本来是答应西班牙贵族什么呀，咱们这帝国一分都不能少。是啊，现在不就。啊，开始往出分了，啊，不就分了吗，嗯？啊，就把意大利这些就不要了啊。然后英国呢，搁这战争期间抢了个什么呢？抢了一个直布罗陀。哦，到今天还控制着直布罗陀。嗯，你想吧，这是咱们说的1700几年的事儿，1704年吧，应该是必须保持对直布罗陀的控制，啊。还抢了个梅诺卡岛，而且呢，说这样，未来跟西班牙、美洲，你要允许我做买卖。嗯，因为西班牙之前不同意啊，哦，你们谁做买卖，我干谁。好吧，只有我能多买啊，这叫贸易特权啊。所以这么着，两方这么一勾兑，好，英国人说行，我们撤走了。他得奥地利人也撤走了，嗯，啊，说我们都拿着东西了，嗯，走了，都挺高兴。嗯，说这个加罗尼亚说，妈的，怎么？哎，这不打了吗？我是不是没参加这场会啊？咱就是说，你信英国，那就然后呢，菲利佩。这时候已经自命为武士了，已经成为西班牙国王了。嗯，你们就是叛军，懂吗？弄你 啊！而且呢，他就宣布，你这个自治权我全部给你保留，哦，我一条都不能留，我全给你废了。哦，全废了 啊！全给你废了。然后呢，他只承诺一件事儿，就是我上台，我可以不杀你们，我可以赦免你们之前叛乱的这个罪行，哦，但是啊，所有特权全撸掉。哎，然后呢，英国人就撤走了。嗯，好，这下好，他们加罗尼亚人一醒，好，我盟友呢，被卖了。嗯。但是这个自治的传统实在太强了，根深蒂固啊，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巴塞罗那人那轴劲儿上来了，你知道吗？哦，不投降，嗯，所以硬生生的呀，在西班牙内战中这个结尾啊，这个继承战争最后啊，打了一场围城战，嗯，这场围城战打得特别惨烈，哎呀，啊，这个事儿呢，过程中呢，就激发出了一种很奇妙的，我们称之为加罗尼亚爱国主义，嗯，
OK 啊，这里面既有说这个对这个敌人啊，这个卡斯蒂利亚人和这个法国波旁的军队的反对，也有一种反对中央集权、维护自身自由的这么一个劲儿。哦，这两个事儿结合起来了，就说我恨法国人、恨波旁、恨卡斯蒂利亚人，和我维护我自身的自由是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是，从这儿哦，咱们说实打实的才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加罗尼亚现在的这个分离主义的这个精神源头是源自这块儿。哦，啊，所以你说他跟前面那个巴罗纳博国那个事儿有没有关？有点关系，有点关系。但到这块儿才真正出现啊，我们说这个、哦、捏实了，哎，捏实了，把这个把这种历史的偶然吧，给它撮合成了一种仇恨啊，一种一种愿望，一种独立的愿望。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守城战这个事儿，在后来被加罗尼亚知识分子不断的演绎，不断的神话。哦，到今天变成什么了呢？就是沦陷的那一天是9月11号。哦。被加罗尼亚人定义成他们的国庆日，哇，这种到今天还在庆祝这个、哦、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这个体现，捏进他的民族主义，确实是。是，然后呢，今天的加罗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就把这个事儿，把这场战役中表现出这种抵抗的精神，就描述成是加罗尼亚人民的核心的精神。嗯，然后他们在宣传中就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这种精神，要求继续要求我们的自治和自由。嗯，哦、而且呢，加罗尼亚人还拍电影，2019年、哦，你们现在还可以找到。叫做巴塞罗那1714，哇塞，你还能找到这么一部电影，哦，啊，就他们对这个事儿是很看重的，到今天，啊，然后这个菲利佩五世绝对不惯着他们啊，这毕竟是波旁，这是路易十四教出来的，是啊，出重拳，那绝对给你狠狠的干你啊，把所有特权、你的立法、什么行政全废了，要求大家全部服从卡斯蒂利亚的习俗和法律，啊，废除加罗尼亚语的使用，在开会的时候，以拉丁语都不许用。就给我用卡斯蒂利亚语，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西班牙语，这个 español， 其实是卡斯蒂利亚人的方言，方言是 castellano， 其实是，哦，就你去这个加罗尼亚，你今天去玩，你说西班牙语啊，对方会说啊 ，usted habla muy bien castellano， 他不说 usted habla muy bien español， 为什么？他说你这卡斯蒂利亚语说挺好啊，就相当于你说普通话说挺好，懂吧？对吧，就是一定要区分开，我说不是，你不用说普通话、嗯、你也不用说北京话，我这是国语，不，人家不是、嗯、你这个 Castellano 说的可以能明白吧、啊、明白吧、啊、哎，就这个意思啊、嗯、好点，所以这种这个北方官话说的不错、哎、非得强调这个战败的羞耻感和这个对波旁王朝的这种中央集权措施的这种反叛逆的这种情绪啊、哦、极大就是激怒了加罗尼亚人，能理解的，所以这个仇恨就一直延续下去了。哦，哎，那么西班牙社会在整个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继续加速崩溃，嗯、整个帝国加速有过好的时候，有过好的时候。嗯、这然后咱们说波旁王朝也有比较勤政爱民的啊，嗯、咱们就说，但是呢，整个这个帝国呀，整个18世纪、19世纪是加速崩溃，不断的输掉各种战争啊、失去各种殖民地、嗯、啊。然后呢？最早日不落实说西班牙嘛？对对，第一个是他啊、所以呢，到19世纪就是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西班牙是这样，就是西班牙这个社会吧，整体上还相当的落后，在整个欧洲的时候已经被大家给甩开了，嗯啊，帝国主义支持，你跟英国跟什么法国完全比不了了，这时候啊，因为英法已经扩张起来，已经乘上这个工业的这个快车了，但是西班牙是这样。它虽然整体上有点落后吧，整体上文盲率有点高，国家欠好多债，但是呢，咱们说它仍然有残存的殖民地给它输血，而且呢，它的很多港口城市在这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毕尔巴鄂，比如说塞维利亚，比如说巴塞罗那这几个重要的港口，他们都发展出各种，比如说煤矿，比如说纺织，加入到这个全球化，它迅速的工业化了，工业化了，而且工业化之后也迅速开始现代化了。哦、有这种大学啊，这种报纸啊，这种有民主的这种思想就涌进来了。市民阶层的对，来，包括马德里也是、哦、啊，马德里也是啊，虽然他在身居内陆，但是他还是财富聚集嘛。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加罗尼亚人富起来了。他远远的要比别的地方要富。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文化上就开始哎有主动性开始寻根、哦、他管这个叫什么呢，叫 Renaissance
他们这个大概叫什么呢？就 Renaissance， 相当于是哦，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但他复兴的是什么呢？是加泰罗尼亚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哦哟，他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他要求大家用加泰罗尼亚语搞文学和历史创作。哦，因为有钱，重新写历史，哦，哎，重新办报纸，嗯，哎，那么这个时候波旁的这个统治已经变得很弱了。没法，就是没法再做到像菲利佩五世那样的去高压的去干他们，管不了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办上这个加罗尼亚报纸了吧？嗯，那唠什么呀？哎，好家伙，就唠他妈共和制的嗑。哎，不但要搞共和制，还要搞联邦共和制。哦，全都就说咱们西班牙以后就搞一联邦，就各过各的就行了。是，然后天天就搁那报纸上就骂国王不行啊，首相不行，哦，卡斯利亚人不行，土了吧唧的又穷，你看看唐吉诃德里面都什么人，对吧？他能代表我们西班牙人吗？我们高加罗尼亚人什么状态的？是呢，哎，你现在去看到巴罗那很多我们特别喜欢的中国游客特别喜欢的那些建筑，其实都是这个阶段开始建设起来的。哦，他已经跟你工业的文明了，你知道吧？哦，那种体面，那种巴黎的那种感觉就来发达，人类有钱之后想整点奇观啥的，就是对，就看就愿意造这些东西，是的。要不能让巴黎高迪去造呢，是吧？给你钱造呗，是吧？啊，就是他就富起来了，而且这个巴罗那俱乐部就是进入二十世纪初就马上就建立起来了。嗯，1902年，哎，巴萨，啊，甚至还参加了这个庆祝当时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登基而举行的这个加冕杯。哦，啊，还3-1把皇马给打赢了，啊，最后决赛输给毕尔巴鄂竞技。你看，这时候三个队都来了。哦，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对，皇马、巴萨和毕尔巴鄂竞技，当时当然只不过这几家名字俱乐部名字还有略有变化，嗯啊，比如说皇马当时可能还没有皇，哦，啊，对，还没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可能，嗯，啊，毕尔巴鄂可能还不叫毕尔巴鄂竞技，嗯，可能叫一个什么竞技俱乐部。皇马那个皇家得的还挺晚的，我记得，哦，对，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很早就来了啊。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三个队，我印象中啊，巴萨是瑞士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在他本来就是踢过球。后来这个退役之后，他经商，后来呢，他还是放不下这足球梦，搞这个俱乐部啊。最开始还报纸上发这个豆腐块广告，招球员，呵啊，你要穿越回去，你可以进入巴萨，有机会啊，有机会，咱就说啊。而你像这个，你像毕尔巴鄂竞技，应该是成立，可能也是非常早，他应该是一批英国流子啊，西班牙的英国流子回去，说在英国我们就喜欢玩这个，回来就得玩这个。哦，因为英国那边球队可能都要在1880几年就都有了，所以你看他其实跟这个潮流跟挺紧，对，是的，是吧？然后呢，皇马应该我印象中应该要么是皇马，要么马竞，反正也是受毕尔巴鄂的影响啊，看他们踢这场比赛，马竞，说这好，哎，对，这好，这咱们也得整一个，这个就这么着，大家都带起来了，他俩都叫竞技嘛，对，都叫竞技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虽然这个。就说当时西班牙是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大城市，嗯，对对对，哎，读书看报有轨电车的，哎，啊，煤气灯都点上了，是整体西班牙是彻底完犊子，啊，在这个1898年啊，经历一场叫美西战争，是，是本来还剩一点殖民地，像全波特里克、关岛、菲律宾，好，美国直接给打没了，是啊，美国人就煽乎这古巴、菲律宾都，反正真独立假独立的，反正就说独立了，是的，就摆脱你了，嗯，然后整个政府也没什么声望。大家就觉得这个波旁这怎么真是完犊子啊，嗯！而且仗打完了，对日本人触动很大。是，我也看过那什么电视剧，在这是对，西班牙帝国真是这走到这儿是彻底完犊子了。嗯，这中间我们都没讲啊，这什么这个波旁复辟啊，什么这都咱都懒得说了。嗯，就是总西班牙事儿，就把它理解成为什么总是这么糟糕，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中国的晚清的那个状态啊，是啊，积贫积弱啊，欠一屁股债啊，打谁都打不赢，然后呢？这然后在这些大城市港口城市搞点小足球俱乐部，然后呢，咱们就说啊，这个搞这个足球俱乐部的同时啊，其实这个工人阶级就标志工人阶级也大量的涌现了，是因为这些资本家办工厂嘛，纺织厂啊，嗯，什么这些工人社区，包括码头扛活的，对吧？嗯，这都是是，工人行会，所以这帮人呢，他看到有足球俱乐部，他有这个钱，他有这个钱，他来看球也好，他踢球也好。嗯，他们实际上就形成各种围绕足球俱乐部形成的各种社区，嗯嗯啊，是团结在这个足球俱乐部周围的。哦呦啊，所以很早就形成这么一个传统。哦，其实很深的耦合进了他的社会关系里。对，然后同时，然而同时呢，西班牙这个社会整体上已经非常分裂了。
就是有支持什么呢？有说要这个闹革命的，嗯，要建立共和国的，嗯啊，还有说拉着这个波旁王朝一老一少要搞复辟的，嗯啊，还有一些非常激进的啊，嗯，甚至开始阅读一些这个马克思什么的 ，OK，、嗯、搞这个。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二十世纪西班牙那真是就、哎、啊，大家就看小约翰吧，闹得怎么来？对，钢铁雄心四，钢铁雄心的开头新手村啊。干啊，所以就干起来了、啊、干起来什么我们就不说了，各种内战，什么卡洛斯战争啊，波旁王朝复辟、啊嗯、反正呢就是复辟了啊，复辟了之后呢咱们就说波旁王朝可能长点记性，嗯啊，就是路易十四那一套是搞不动了、啊嗯、没这个资本，所以回来之后呢开明了一点，嗯啊，搞了很多这个现代化的改革，尤其国王啊，咱们就说的阿方索十三啊，为什么他命名很多这个足球俱乐部，说要不你也皇家吧、嗯、他也皇家吧、啊、之后命名一堆皇家，什么皇家贝蒂斯，皇家社会，皇家马德里，什么皇家西班牙人，嗯啊，还有一些比较不名不太经传的 啊, 啊，什么什么什么维格塞尔塔，其实人维格塞尔塔，人家西语名字里也有这个 Real 就是皇家、哦、啊，人其实全名叫皇家维格塞尔塔俱乐部、哦、啊，只不过咱们一般中文有时候太长了、啊、太长了、嗯、懒得说了，因为你这个中央政府啊非常没有威信，所以变得非常弱啊，所以这阿方索十三世也只能就给大家提供点情绪价值、嗯、就是搞体育，搞体育，大家心哎呀心情不好，你打两踢两把球，踢点球，踢点球，别造反。而且他给这些也说明了，其实现在就是在当时那个足球俱乐部非常深的，实际上是一种社区自组织的，对对对，基点和文化，其实和政治什么的都。而且这事儿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阿方索十三世啊，他爹阿方索十二世啊，走得早，嗯，很突然，一八八五年就驾崩了，然后呢，他1886年才出生。要一父子、啊、你知道吧，哦，所以呢这个他还婴儿的时候啊、嗯、他就爸爸去世一年他出生，对啊、哦、不是吧，这月份你得给他算下月份、啊、对，生了啊，生了，生了啊，开始生了、啊、生了，这得付费听反正呢西班牙帝国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完犊子了、哦、啊、哎、这不还没到1898年嘛，1898年打完彻底完犊子了，是啊、嗯、这个事儿1898年打到什么程度啊，打到西班牙知识分子彻底就是道心破碎，嗯啊，再不练，在西班牙文坛、西班牙知识界形成一个叫“九八一代”，就1898年一代。这、哦、这时候西班牙人到最危险的时候了，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全都给你砸碎是吧？我们才国家才能好，就必须得改造啊、全方面改造咱们这西班牙、啊、怎么回事啊？这么严重的危机，所以呢，这个国家等到这个阿方索十三世亲政的时候呢，他老娘呢确实也不太行啊，奥地利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反正呢就是给国家治理的就非常完蛋，工人大战资本家、嗯、啊，这个军人大战文官政府。然后呢，这不是欧洲各国不还起点小冲突吗？哦、一战嘛，啊，要素这么齐全、啊，这西班牙是没参加，主要顾不上，顾不上，太乱，太乱啊。然后呢，虽然没参加一战，但是吃了个西班牙流感，嗯、哦，对啊，所以这国家就完了，嗯、国家就完了，该共和了呀、啊。然后呢，这个共和派呢，就是给你废了吧，要不啊，是，要不独立，要不就给你废了，是，反正两条路。嗯，这国王就说：“哎呀，怎么办？要亡国了。”虽然也亡过吧，反正、嗯、也不是第一回了啊、哦。行。然后这时候呢，国王还没想明白怎么办呢，就蹦出一个老哥，叫普里莫德里维拉，哎，普里莫德里维拉，哎，这是个将军，他在23年就想通了，说不用等你们革命，我他妈直接政变。是。然后呢，和这些重置在一起，怎么他妈能是吧？哎，这阿方索十三世倒也挺好，就是哎，反正这个普大帅呢也是智力忠纯啊，忠君爱国。对。哎，就靠他了。反正就你管吧，就你管吧。啊啊！你愿意管你管吧。是，然后呢，就西班牙就这样就变成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政权。这不是军政府吗？就是他又是军政府，骨子里是军事独裁，嗯、但是套了一个君主立宪啊，他没把国王废了的皮。对，君主立宪。就阿方索十三世说：“这个，就你愿意管你管吧。是啊，反正我就是我也不长，搞点体育运动就行了。就是，反正不亡国怎么都行。嗯，然后这时候加罗尼亚是个什么情况啊？已经疯了，已经快。”工人已经非常多，虽然这个力量不能说特别强，但是特别激进，嗯啊，主要是想把这个资本家都挂路灯上，然后资本家呢倒特别欢迎这个普大帅，嗯，说只要有秩序维持怎么都行，哎，所以加泰罗尼亚群众呢就走在这个造反的最前沿，哦，然后呢这个反正呢波旁是不好的，这普大帅也不好，反正你就独裁就干 ，OK 啊，然后这普大帅呢也不傻。就开始用各种政策、啊、法令啊，去约束加罗尼亚。哦，啊，鼓励这马德里笔杆子写文章、办杂志，就骂加罗尼亚，说加罗尼亚人特别大嘎妞，说他们特别小气、哦、特别吝啬啊，都是人都不行、哦那个。咱们西班牙就被他们害了，这些犹太资本家怎么怎么？哦，就这套这个加罗尼亚，就这套嗑就全整上了、
然后因为这也是为了对付什么呢，因为当时加罗尼亚的那些工人团体啊已经发展出这个就是共产国际那一块的了，已经开始啊开始印那种小册子，开始给大家宣传这个共和制啊，幽灵就来了，宣传这社会主义制度啊，也到时候了，是不是1922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该来了。然后呢这个最终咱们说这个普大帅最后他这个独裁虽然结束了啊，但他这个政治理念被西班牙右派完美继承，尤其是普大帅儿子叫侯塞安东尼奥啊，他呢建立一个小党派叫长枪党，哦，就嗨，哎，就他干的，哦，然后呢，搁这儿，长枪党后来迎来一个伟大领袖叫谁呢？叫弗朗哥，对，哎，所以就这么回事儿，哎，然后这帮人就是沿着普大帅这思路，嗯，哎，一脉相承，终于接上抗美雄心，哎，所以呢，就是一手法西斯，哎，暴打无产阶级，然后一手的高压中央集权，哎，暴打地方势力啊，嗯，然后然后你想加罗尼亚又是无产阶级，又是地方势力，哎，啊，就这家玩命暴打。就在这个阶段，这个民族的矛盾就上升了，然后又加剧了，就加成意识形态矛盾了，对 对, 对，还有阶级矛盾，全有，更复杂了，啊。所以呢，就是大概你可以认为，就是西班牙在这时候出现两拨人啊，一波是天主教加君主制，加卡斯蒂利亚，哎，然后另一拨人呢是社会主义加康米加地方分权，好家伙，哎，太牛逼了！这两拨人就泾渭分明的在这个半岛上一局猫吧，就他妈开始了啊！我操！然后加罗尼亚呢，就是你想吧，你想他能站哪儿吧，是吧？是啊，不光是他啊，像巴斯克、加利西亚，啊，来了 就这几个发达的地方，全他妈要造中央的反，所以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事儿，小例子啊，比如说中间发生过什么事儿啊？1925年6月14号啊，巴萨拉过来一个也是巴塞罗那一个小足球俱乐部，叫 CD Jupiter 啊，这么一个小破队儿，踢了个比赛，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安排什么呢？把一个英国的一个海军的一个乐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停驻在这个驻泊在巴塞罗那港吧，给他们喊过来了，军乐队说来奏两首歌给大家听听乐。先奏了一首英国国歌 ，OK， 又奏了一首皇家进行曲。这个皇家进行曲是西班牙国歌啊，没啥问题。然后呢，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从英国乐队的角度看吧，你们邀请我们来，对，我们首先要表现一点我们英国特色，对吧？其次再尊重一下你们，给你们奏一个西班牙国歌，对吧？然后呢，据说是这个现场14000名观众啊，听完英国国歌之后呢，这天佑女王啊鼓了个掌，然后开始做西班牙国歌了吧，好就完了，全场一片嘘声，我的妈，就这个事儿啊，巴拉纳民政局局长立刻汇报给普大帅，这帮人要疯啊啊，然后普大帅下了一个命令，很简单，妈的先别踢了，先6个月先把这破球场给我关了。然后这个创始人啊，我们这时候还是俱乐部创始人啊，啊，这个军什么甘佩这个老哥呢，就出来就说别，是这样，大家嘘西班牙国歌，也不是说歌不好听，这不是没有想到吗？没计划演这个，是啊，大家不太满意，这节目排的不好。其次呢，闹事儿的他只是买了票来看，他又不一定是我们俱乐部会员，你怎么能罚我们球场呢？是不是啊？对吧？但是呢，这普大帅啊，就这边也不傻。你他妈骗谁？你当我傻呀？你们第一回整活呀？啊，都他妈成年人，谁唬谁啊？是，就说你们俱乐部是不是从来没挂过咱们国家国旗吧？是，是不是吧？然后你们写的所有标语全他妈加特兰语吧？我要有时候我也看不懂，是你鬼让你们写的，真不是好人，好家伙，肯定不是好话。所以你这。所以最后呢，虽然甘佩呢把这个处罚减免成3个月呢，甘佩就待不下去了，西班牙是待不下去了啊，就润了，润瑞士了，后来就比较郁闷，没过多久就死了，老哥就这种人其实挺难受的，上下都有压力，是吧？他争取了就是已经把6个月减成3月了，但是可能下边还是对球迷什么的还不满意，说你没有好好的去给我们争取，凭什么给我们关3月？是的，完上面还给他压力，说你看你这个对吧？比较难受，两头受气啊，这个时候确实不好混。然后呢，时间继续推进啊，这普大帅这一套呢，配合这个阿方索13世这些努力啊，就是肯定是解决不了西班牙这些问题的，是，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很奇妙的时期，就短暂的这个第二共和国时期来了啊，36年到39年吧，记错了大家反正订正吧啊，评论区再订正吧，反正呢，这个全世界这时候已经都完蛋了啊，这个，是30年代最热的时候啊，间战期发生这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了，是啊，这个西方世界全完蛋，加罗尼亚更50万马克什么那套壳就全来了，加罗尼亚那更完蛋了，是啊，你知道西班牙当时45.5%的人口是种地的，
哎呦啊，然后城市里就是活本来就不多，是，然后这一下呢再赶上经济危机就更完蛋啊，更完蛋，尤其加罗尼亚受冲击特别大，大量工人失业，因为它工业化比较，对，你工业化程度高嘛，高，很对外部很依赖，是一个地主啊，其实无所谓，就是有的吃有的穿就行了，反正是穷两年。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呢第二共和国内部的左派呢就越来越不满，嗯啊，就说咱们国家得分地，呵，好，啊，得斗地主，土地改革，啊，乱七八糟的，就提出这种各种这个改革方案啊。嗯，然后呢，右派呢也不满左派，肯定就是说这个就发现这议会啊，说不了什么话，嗯，一说就是政治共识就没有，说你就重置啊，你们这帮地主就给你们，嗯，都给你挂路灯的，是，嗯嗯嗯，基本就聊不了了，嗯，啊。而且这经济问题，咱们说实在的啊，其实换谁都解决不了，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是，这是一个外需内需共同出现的一个大问题。嗯，所以呢，西班牙社会迎来了大战前二次大战前的纠集混乱啊，哎。纳粹法西斯和康米啊，从那个议会内吵到议会外，然后后来索性直接就互相打，掏枪就突突突就互相打。是的啊，这很快就进入倒计时内战时期了啊。嗯，就进入这个大家都大概心里有数啊，嗯，该打内战了。然后加罗尼亚人这会儿干嘛呢？就是忙着闹独立啊，就可让我们来了啊！打第二共和国头两年就开始闹独立，为了缓和他们。第二共和国政府呢，给了他们很多，恢复了很多自治权。嗯，哦，但是呢，加罗尼亚觉得还不够。啊，还不够，有这个虽然有一个1932年的一个自治法吧，但还不够啊，还不够。后面呢就发展成一个自治区，然后加罗尼亚人获得了很多自主权，什么教育啊、卫生啊、司法呀，啊，包括有自己的警察。哦，所以我们今天的状态其实有点恢复到第二共和国这个时期了，哦哎，警察系统也恢复过了，对，恢复过。然后呢，而且呢，宣布加罗尼亚语和卡斯蒂利亚语啊，都叫做什么呢？叫做共同官方语言。OK， 好吧，嗯，给你地位给你，哎，给你立起来，嗯。中央政府只保留什么呢？征税和立法。嗯，这最后的底线了。对，作为一个政权来说，是吧？嗯，这肯定是不能完全放弃的啊。但是加罗尼亚人其实也不满意，然后右派的西班牙人呢更不满意了。那可大帅那一派的那边的啊，哎，这个事儿矛盾到这个程度，其实加罗尼亚一些就是极端的人肯定觉得除了独立，他们不会满意的。对，嗯，心里是憋着恨的啊。对，咱们前面说啊，那次因为那个徐国歌那个事儿出事了 啊，其中有一个。这个事儿参与的西班牙官僚呢是谁呢？嗯，是弗朗哥的爷爷。好，哎，明白了啊，都接得上啊，都接得上。然后呢，咱们就说这个1934年开始呢，这个加罗尼亚自治区自己干了个什么事呢？叫做推进一个东西，叫做农作物合作法。嗯，简单来说就斗地主啊。哦，最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被右翼执政的中央政府给喊停了。OK，哦，所以呢，就导致中央政府和加罗尼亚自治政府啊就对立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嗯啊。只不过这一次呢，加罗尼亚刚要宣布自立中央，但是马上就被镇压了，啊，这个自治区主席啊、议员就给关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吧，其实加罗尼亚人其实他倒不是最，他最核心的诉求不是独立，嗯，他最核心的诉求是把西班牙改造成一个民主共和国。哦，这个知道，明白了吧？他觉得不民主，嗯，西班牙不好，我这样我们说了算，你们不懂怎么治理西班牙，okay。 我们治理。好吧，哦，在争夺这个，所以咱们把这国家改造成一个联邦制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嗯，就对了。嗯，啊，但是弗朗哥，去你妈！你们这帮人就是想独立，我还不知道吗？我爷爷跟我说，你们这帮人没憋好屁，我跟你们说，嗯。所以说，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很逗，就第二共和国时期啊，这不是好不容易把皇帝给赶跑了吗？是吧？那就是说，所有足球俱乐部不能再带皇家啊！对对 对，哦，对，所以就把这个又摘了，就给摘掉了，啊。这挺有名的，有一段时间那些皇家都摘了，不让叫了啊。但是弗朗哥弗大帅回来，那就给我安上，反正挺逗的。行吧，从这个名字上就能感觉到西班牙社会变迁啊。哦，哇塞！然后呢，行了，这个联赛呢，反正能踢的时候就凑合踢踢啊，嗯，不能踢的时候不就开打了吗？打起来，抡起来就停一停，就甭踢了。啊，这个小将弗朗哥呢，到1936年一琢磨，国家怎么被你们治理成这个样子？是呢，啊，跟你们这群共和国重置在一起，能治理好国家吗？是啊，立刻带着这个非洲军团就杀回来了，嗯，啊！不得不说，这历史确实循环啊。当年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从非洲杀过来的，海峡对面是吧，啊？这个统一西班牙的主要思路就是从南往北，是吧？啊，然后呢，不得不说啊，这一次巴塞纳，哎，你猜怎么着？他又站错队了，哦，哎，他站在共和国这边，和，啊，叛军呢，在1939年的一月。攻克了巴塞罗那，又是可歌可泣的守卫巴塞罗那的战役，又来一次，然后又失败了，跟他们1714年一模一样，强化了一下这种，又失败了，是吧？上一次被菲利佩五世这个波旁军队击败，然后这一次被弗朗哥的这个长枪党军队击败，我操啊，恨呐，这个恨呐，然后差不多两个月之后，马德里也沦陷了啊，然后这第二共和国就亡了，是的，啊，亡了，所以这个。是吧？大家倒也不用踢球了，直接上战场干吧。是啊，干完之后咱们就说就到弗朗哥时期了。
这佛大帅反正他什么人，大家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你已经明白了，他就是普大帅，这精神一脉相承，是啊。然后呢，这个内战时期，加罗尼亚干了很多事儿，也挺狠的啊，比如说什么枪毙神父，哦啊，最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大三待那个待过那小镇子，镇子上在申请一个圣人，哦，要给一个老哥封圣。我说这老哥他干了什么呀？就是这内战时间被这个共产党给毙了，啊，所以要给他封圣啊。梵蒂冈在折腾这个事儿，反正不知道成没成啊。反正他们折腾了一段时间，就到这个程度啊。西班牙这个政治万花筒的这个程度，我真是没想到啊。所以呢，这个弗朗哥这个一家子呢都非常反对这个，非常厌恶加罗尼亚民族主义者。OK 啊，所以呢，这个必须重拳出击啊，重拳出击。1940年呢，就是抓了这2.7万政治犯啊，枪毙了大量这个带有加罗尼亚独立主义色彩的这种团体的领袖啊，直接枪毙。然后文化领域呢，禁止使用加罗尼亚，就等于按菲利佩五世又回来了，又回去了，又回来了。然后这个禁令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啊？一直到这个盟军在二战的时候胜利哦，才结束。哇啊！所以呢，这个弗朗哥到时候在当时在这个国际压力下的1947年呢，才允许什么呢？他允许自己成立一个叫加罗尼亚研究所。出版了一点加罗尼亚语的书，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是文物似的哦，明白？就是、动物珍稀动物，给你关在笼子里啊、嗯。所以整个镇压是贯穿这个弗朗哥统治前中后期啊，一直在镇压。嗯、然后呢，这个中前期特别猛啊，各种逮捕啊，什么暗杀呀、监禁啊、不公正审判啊，嗯、特别多。当然了，弗朗哥要对付的人很多啊，除了加罗尼亚人，还有加利西亚人，啊、还有巴斯克人啊，就是反正都闹。弗朗哥就全干就完了，就不是好人。嗯，然后呢，就是咱们就说，在这个时期啊，有和平斗争，嗯，啊，也有暴力斗争。暴力斗争，比如巴斯克人干嘛呢？就是埃塔，你可能听说过，就是欧洲最牛逼的这个分离主义恐怖分子啊，恐怖分子。干过一个什么事呢？1973年把弗朗哥那个政府的一个首相嘛，叫布朗戈啊，直接炸飞了啊！你们会看到一张经典照片，叫西班牙飞人。我操，太地狱了！我他妈惊了。连人带车炸飞特别高、啊，飞他妈得五六层楼高。哦，西语文化这个，我只听说过飞翔的荷兰人啊，不像西班牙人说这个，就说这是咱们西班牙第一个宇航员，咱是西班牙万户吧？我真他妈惊，整个车炸飞了啊！反正就埃塔就非常狠，反正今天时间关系不聊了。巴斯克那边这是另一档的事儿，反正非常狠啊。然后巴罗纳这边先说他们和平斗争啊，就主要搞什么有轨电车罢工，嗯啊不做，也然后市民呢，一方面这个工人不开了，然后市民也不做啊，抗议票价上涨，逼着你把这个票价给我退回去，其实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恶心你，就是为了斗，哎，就是恶心你一下。后面呢，这个巴罗纳俱乐部，你想想得了吗？是内战结束之后，西甲恢复了。这再来一场国家德比，哇塞，得了吧，哦、对吧？见血，这踢的是球吗？是哈、哦，对吧？这输了，那是脸，那是、哦、对吧？我的妈，得要脸。所以呢，就是你想啊，就是说，在1936年内战刚一爆发没多久，当时的巴萨主席在去马德里的路上就被弗朗哥军队逮着给毙了，就弗朗哥就这么恨，就这么恨这个巴萨。这而且呢，在进攻这个巴罗纳的时候，应该炮击过他们俱乐部。啊！勒令他们不能有这么多会员，你要这么多会员干什么？对不对？踢球不就十几个人就够了吗？行，但人会员制，人靠这个 premium 来收费啊，是啊，跟咱集合差不多，反正、啊。然后呢，就说这个他这俱乐部主席被枪毙了之后啊，到1990年代尸体才给挖出来，知道吧？啊，2009年的时候才找巴萨还给他办了一个迁坟仪式，你知道吗？我操！所以你想这恨得多大、啊？那巴萨队员。怎么没死呢？因为碰巧他们当时在美国和墨西哥踢巡回赛的，哇、啊！要不然也逮着弗朗哥给他们一锅端了就，我的妈啊！反正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弗朗哥挺逗的，弗朗哥还派了一个什么呢？叫恩里克皮纽罗的，说你当巴萨主席，这小子也是个纳粹啊，没问题的啊。嗯、但是他去了之后吧，他都受不了了，就是这，我觉得西甲不太公平，这么踢啊，就吹黑哨啊什么这种啊，就明里暗里的恶心你啊。哥们儿后来不干了，我的天啊！而且呢，逼着巴萨改名字啊，比如巴萨之前叫什么呢？叫 Football Club Barcelona， 嗯，这听着特别英国。是弗朗哥，这不好，这不好啊！给我改，不够西班牙，给我改成 Club de Football Barcelona， 给我改回这个。所以后来弗朗哥晚期又改回来了。哦啊，包括加罗尼亚那个区旗不是4道红杠吗？我改成2道红杠。
就你也别问为什么，反正我就要恶心你，你知道吧？就弄你、嗯、啊！包括呢，43年踢这个皇马国王杯啊，次回合的时候，就巴塞罗那队员就收到什么呢？收到这个裁判和警察的死亡恐吓啊！包括呢，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悄悄给你写信啊，威胁给你搞点小破坏啊，这种啊都有啊。但即便如此啊，我觉得挺神的，巴萨。嗯，在44年到45年、47年到48年和48年到49年，居然还拿了三个西甲冠军，我觉得也是挺神秘的啊。激扬出斗志来了。哦，啊，所以这最后呢，这弗朗哥末期70年代啊，弗朗哥为了加入这让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哦，这是弗大帅活到75年应该是啊。你要加入欧共体呢，也不是不行，但是呢，你这个形象确实差点意思，嗯、是、啊、你天天的就弄人是吧？所以呢，就是变得这个稍微淡了一点儿，哦，对他们的压制。但是呢，1960年呢，整了个活儿，具体我也不跟你们讲了，反正解释起来有点麻烦。嗯、简单来说呢，就是唱歌，就跑到这个这么一个音乐宫前面，哦，巴加罗尼亚一个地标建筑，巴塞罗尼亚一个地标建筑，就是唱歌。唱的歌呢，这个民政长官觉得这个跑啊，这个对西班牙这个不是很尊重啊，就干啊，打他们逮他们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叫做 Jordi Bujol 这么一个老哥呢，被判7年徒刑。哦啊，这个老哥必须得说一嘴，就是他呢是后来整个加罗尼亚独立运动的灵魂人物。哦啊，他从16岁开始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啊，然后民主化之后呢，就一直担任加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从80年开始，连选连任，干了23年之久。这边没限制啊？没有，他们可以没有限制，哦、可以没有限制啊。所以他的声望非常高，领袖啊。那、嗯、这个老哥，你想吧，就是在这个时期出来闹事儿了啊。包括后面一些别的什么事儿，我都不跟你们讲了，就没什么意思。嗯、反正就是，加罗尼亚人呢，性格上可能确实是这个、比这个巴斯克人沉稳一点、嗯、啊，就是。搞、这个、没整那个飞人，搞这个爆炸物这块差点意思，没那么鲁。但他们喜欢干嘛呢？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有个蒙塞拉特一个修道院，哦，哥几个给自己锁修道院里啊，干嘛呢？就说这个埃塔，就那边巴斯克不是埃塔搞这恐怖袭击嘛，抓着16个，弗朗哥说妈全毙了。然后那个这个巴斯这个加罗尼亚人有300多人啊，跑到这个景点哦啊，把这景点给围住了，关上了，嗯，就是我们要在这抗议，好。就不能把这16个人都给毙了。OK， 这不是弗朗哥，这不是已经进入1970年了吗？哦，就也没法整那个，他们得要点脸嘛，啊、是对吧？其实给你们300多人全杀了也没什么，操！当年老子拿炮什么没打过，对吧？反正呢，就是说还要点脸，要点脸呢，就这么着，就是就算了、哦、啊，算了，给、嗯、这哦闹了一把其中6个人啊改成监禁，剩下10个还毙。这反正就是，然后这300多人不是聚在这个修道院里吗？他们发了一个宣言，嗯，这宣言就要求什么呢？说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国家，保障西班牙人民和民族行使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哦、要包括自决权。嗯、哦，所以这个宣言已经进入弗朗哥统治的末期。哦，他们又一次强调了这个宣言，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到后面弗朗哥死一闭眼，整个民主化过渡，嗯，西班牙政府哦。为了缓和地方和中央之间紧张的关系，哦，又开始给这些，就开始一点点改革，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为什么这么多自治区？哦，这么就是这么来的，这么来。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是吧？你就明白这个斗争啊，有历史的怨恨在，那也有什么呢？也有意识形态的对这个对抗，而且巴罗纳老是输的那一方，说实在，他这个有积怨在。有积怨在啊，而且呢，到现在就是我一开始整个咱们这个一开始讲，就是他有现实的利益，这是最核心的触动这个事儿啊。因为就是我身边那些朋友吧，就是因为我后来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等于生活在马德里周边那些朋友，嗯，是他们的生活，我确实说啊，我从我个人的观察思考了，我觉得他们确实生活的要轻松一点哦，因为巴塞罗那人呢交了很重的税。哦，承受了很高的物价和房价哦，所以他们生活质量上来说啊，你在巴塞罗那还真不一定比在埃斯特雷马杜拉什么这种偏远省份要好，这还真不一定。哦、咱们说，哦、尤其是像什么呢，房租啊、物价这两件事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但是反过来，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必须得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就是当时我无数次在无数个场合遇到
我这些西班牙朋友什么的，我他们就聊到这个事儿，就说我们西班牙人，我们加罗尼亚人吃了很大的亏啊，这卡斯利亚人老骑在我们头上，嗯，把我们钱都拿走了，就挥霍啊，怎么怎么。我说是这样，你看啊，因为有一次特别逗，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等于成了很多西班牙人社交的一个桥梁，就是我可能比较社牛吧，就我把大家聚到一起了。OK OK。然后这桌上吧，就有那个什么呢？有从埃斯雷马杜拉来的，哦，有从萨拉曼卡来的，然后还有好几个是正经老巴塞罗那。哦，大家聚在一个桌一起吃东西，我是这个大家共同认识这个、哦、组局的这个。就说到这个事儿吧，然后又唠起这个来了。哦，然后我那个埃斯雷马杜拉那兄弟吧，就有点听不下去了。哎，他妈怎么还唠这嗑？然后我那天我就以灵魂发问，我就说什么呢？因为他们又在说这个独立公投的事儿嘛，一七年了那会儿，马上要弄这事儿，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们要建立加罗尼亚共和国，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成为加罗尼亚人？嗯，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嗯，我不行，啊，我哥们说，哎呀，还也不是不行，我说那我不行，我问我那我说我指着我左手那个埃斯雷马杜拉逊，我说他行不行？嗯，好，我说他不会加兰语，但是他姐姐在巴罗那买房了，还交房贷的，现在还还房贷的。嗯，然后他在这儿读的书，也跟我在一个学校嘛，当时我们，我说他在这儿读的书，他未来要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他能不能成为加罗尼亚人？嗯，我问你能不能？他说能。我说那不结了吗？嗯，那你这个脱离到底意义何在啊？是的。那就是说你无非就是你想主导这个税务呗，嗯，你想主导这个收税的权利呗，你想主导钱怎么花呗，嗯，对吧？就说到底就这点事儿，对吧？然后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现在你说西班牙政府没有偏袒你们，但是这么多西班牙年轻人来巴塞罗那工作生活，他是不是推高你们房价？你们现在把房子卖了，你们跑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城市，你们这辈子不缺钱了，因为你们在这块都有地有房子。嗯嗯嗯，你只不过你们选择不卖掉而已，你们的不动产收益很多，这个收益怎么来的？我问，是不是这些埃斯雷马杜拉的，还是什么安达卢西亚的，什么这些个偏远的这些省份，你们看不上的这些省份，你们觉得浪费你们钱的省份的人来的？同样道理，就跟萨哈林是一样的，对吧？那苏北的小伙子来打工，嗯，是不是建设上海啊？是啊。对吧？是不是给上海本地做贡献？你怎么能排挤他呢？是，你的财富核心是怎么？同样，北京也是，是啊，对吧？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嗯，只不过就是你站在谁的角度看。而且我后来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个什么事儿，因为国内有些朋友聊的这个话题也挺上头的，我觉得挺逗的。嗯，是这样，你没必要替西班牙人上头，是因为我跟你这么讲，就是这两家俱乐部发展到今天，像皇马、像巴萨这种俱乐部发展到今天。他早就不是当年啊那个那么一小撮人说我们出于对足球的热爱，我们跟本地社区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成立一个俱乐部，跟那个东西早就没关系了，好吧？是，你知道现在皇马那俱乐部那几款，哎，那几款高官，那几款人，他们身家是多少啊？他们背后跟多少自治区的官员是怎么勾结起来？他这种耦合的关系，是你一个看球的根本你是不知道这回事儿，是。你没有必要替他上头，嗯，他们的那种斗争，他们号召说，哎，我们俱乐部球员，我们怎么怎么啊，我们这是象征我们马德里文化，他背后都是要干嘛呀？建立铁票仓，最后确保他们家族能连选连任，连选连任。是呢，那普约尔这个人就干净吗？哦，对吧？他这人就那么干净，他手脚那么干净，他家里人那么干净，嗯，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最后巴塞罗那俱乐部，哦，他内部的账。他内部的权力结构，他和自治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哦，这里面耦合的不干净的东西很多。因为很简单，嗯，你是那谁谁家那小谁，哦，我知道啊，哦。明天我普叔上台的时候，你跟你普叔一起去诺坎普踢两个球，哎，展示一下亲民，行不行？然后安排咱们加罗尼亚五台六台都播你啊，哦，给循环播几遍。然后明年你选那个区的那你们区的那个人，哦，不选了。耦合的非常，他是这么回事儿，是，嗯，所以这些人，像普约尔这些人，像这个俱乐部里，像皮克这些啊，有点政治野心的，他说一些话啊，是为了给自己家族给自己铺路的，嗯，所以我就说，整个家族这个事业啊，发展到现在啊，
已经严重的偏离了那个时代背景了。啊，就不是那个围城的那个。你当年你反抗菲利佩五世也好，反抗弗朗哥也好，那是一个什么背景？是，对吧？你说你反抗反抗，我觉得啊，行吧，好像意识形态上好像你先进一点啊。你今天，你今天你一个加罗尼亚人，你跑到马德里去生活去工作，难道你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吗？就那种氛围那种文化，你特别不能，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的？嗯嗯，对吧？搞不好人家比你玩的还野呢，对不对？嗯，那你读什么劲呢？那你这个读到底读在哪儿呢？所以说到底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些利益上的问题。OK， 哦，然后你要想清楚，那在你个人层面来说，你加罗尼亚，你做一个加罗尼亚，你到底是占便宜了还是不占便宜？我后来我那番话，我几次说完之后，他们都陷入沉默。哦，在想，在想，对吧？嗯、你 在算，你们家里有房的，有店铺的，啊、嗯，对吧？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让西班牙的人源源不断的涌过来，是的呀，给你们创造财富，在这里消费，对吧？嗯、这个带来的财富远比我们说财政上的给你多拨几个少拨几个子儿，那比那个重要。是，尤其我那个朋友，他当时他媳妇是特别家独的。他生了二胎了、哦、我们那天民政局办完的，他媳妇儿特别喜欢给我洗脑，你知道吧、哦、他觉得他把这个事他媳妇儿觉得吧，我能把一个中国人给说明白了啊、哦、那肯定、哦、那就说明我们这事业哎占理、哎、对吧，但发现他妈我这他说不明白、嗯、反正我有点说他了、嗯、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哎你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另一个兄弟那埃斯里马杜拉、啊、他们家里三四个孩子、嗯、政府给他特别多补贴嘛，因为人口多嘛、啊、对吧，他说你看我生两个孩子我才领这么点补助怎么怎么，朋友，你有必要现在说这个？你爹在这座山上买了半座山，你跟我抠他妈那两个子儿？那西班牙政府每个月给你多一百欧，怎么的？哦、能怎么的？嗯、哦，你就开法拉利了，对吧？那婚礼办的特别隆重，最后吃饭、哦、我们在海滩吃的，你知道那海滩上点一条烤鱼是多少钱吗？我点一份鱼70欧，我的妈，一条鱼啊！哦，这是一个主菜，其中他在巴塞纳算是富裕阶层了。他爸非常有钱、啊，很有钱的人，很有钱、啊。那巴塞纳肯定有穷人嘛？对啊，但是他还得跟我唠这个嗑、啊，说你看我生孩子，我们少那个补助。我说你差这点补助，你差这个吗？嗯，对吧？我们就叫这个汁儿。对，我就对吧？就在那个环境下，从小受这个熏陶，就是我们受到了西班牙这个的欺负、对吧？所以他在成长之后，他可能不差那三毛五毛，但是他就要较这真儿了。我果然跟我妈说的没错，我们就是被欺负。哎，对，咱就是不高兴啊，不高兴，你这没辙。是，就是这口气，是吧？最后咱们再说一两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能你们不学西班牙语啊，嗯，意识不到的一个趣味的点，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马竞和毕尔巴鄂竞技。他们俩名字都是那个竞技，对对吧、嗯？那竞技呢？毕尔巴鄂竞技，他现在今天沿用的呀，名字里啊不是西语，是英语啊。对对对，有一个英语，一个西语，这个是、哎。然后马竞呢，反倒用的是西语 ，Atletico、哦。在这个当年这个弗朗哥统治的时候，有过那么一段阶段，就是说大家没事名字少用这个英语，都改成西语。嗯哦这是等于是弗朗哥死后就改回来了。哦啊，那弗朗哥时期还干过好多类似的事儿，比如说不许用外援。哦，嗯，哎，就是大家就西班牙人来踢球，后来慢慢扩大到什么呢？比如说说西语的，哦，啊，或者证明啊，他家族或者他本人出生在西班牙或者怎么，反正就是逐渐放开。那到弗朗哥死后，取消、哦，差不多把这个都废了、哦、啊，就正常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法国极右翼搞那一套嘛，就是说现在的法国队代表不了法、哎、不纯正、哎、这个事儿当年弗朗哥都整了都干、哦、对吧对都整过、嗯、没有这地球上没有新鲜事儿啊，是，然后你再比如说什么呢，再比如说皇家西班牙人这个队儿，嗯，好多人觉得皇家西班牙人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西班牙很照啊，然后他在那个巴塞罗那附近、嗯、是吧、哦、他是不是那个同城，我有点不太确定啊，也可能是哪个区，应该算同城，然后他每次踢巴塞罗他踢巴萨踢特狠、嗯嗯，特别认真。嗯，这个队踢别的队都不太用劲儿，就踢巴萨特用劲儿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那个，但我就说一个点，这个队的名字“那、嗯、巴尼奥”这个词的拼写就不是西班牙语哦，这是加特兰语。加特兰语啊，哦啊，因为如果加特兰，因为西班牙语的话，应该是 N 加一个上面一个倒过来的 S， 那个是捏、啊、对巴尼奥，它是什么呀？它是 S 八，然后 N Y O L。哦，这个拼法就是加特兰语的拼法、哦、啊，这卡迪利亚语没有。你再比如说啊，再比如巴斯克有一个俱乐部叫奥萨苏纳，嗯，奥萨苏纳这个词儿那也不是西班牙语哦，
它是巴斯克语，巴斯克语肯定是啊，哎，它是这个指力量、健康、活力，哦，是吧？所以你看到西班牙很多足球俱乐部名字，你会发现看不懂。然后你学了西班牙语还看不懂，看不懂啊，那就对了，他就不是西班牙语，那就不是西班牙语。你看像什么还有一些比较好懂的，什么塞尔达比戈，塞尔达是什么？其实凯尔特。哦，咱们国内老音译翻译成塞尔塔，塞尔塔啊，其实就凯尔特，因为凯尔特确实在伊比利亚有。嗯，在你比如说比亚雷亚了，比亚雷亚是什么意思？其实啊，拆一下，比亚是西班牙语的别墅。雷亚尔是皇家，其实皇家别墅，就是说皇室在这住啊，这地名意思是哦啊，所以这些很多地名吧，其实也都映后在这个，包括他的当地的语言、啊、都反射在直接映射到这个我们说这个球队的名字上。嗯，然后关于那个巴斯克呀，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今天虽然不聊，嗯，推荐一个电影特别好玩，喜剧电影叫《八个巴斯克姓》，八个巴斯克吃着那个姓是吗？姓啊，不是姓氏，姓氏的姓，哎，姓氏啊 ，surname 啊，姓氏。他是怎么呢？这片子特好，我特别推荐。我基本上给每个学习语的孩子，我都会推荐这个片子。哦，因为什么呢？特逗，拍特逗，而且对于你理解西班牙人那个劲儿啊，特别好。哦，他讲的什么呢？讲的一个巴斯克小伙子爱上一个安达卢西亚姑娘，嗯，然后想跟他结婚，嗯，然后呢回家之后发现嘛，这巴斯克人民是那个劲儿。就是那个莽劲儿，你知道吧？就是扔他妈大石头吧，没事就举个原木吧，然后这个喝酒吧，什么鲁那个劲儿啊，就是虽然不打女人吧，但是反正就有点那个马基斯莫那个劲儿，劲劲儿的。然后吧，这个小伙子呢，在这个过程中带着女朋友回巴斯克这个过程中，他就想寻根，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家里我是谁。然后他在过程中发现，其实呢他是这样，他是被领养的，他发现他亲生父亲啊确实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巴毒啊，巴毒分子。我的妈呀，他母亲呢是一个安达卢西亚人。哦，这怎么弄的？你看，哦，所以其实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儿着急。哦，很巧妙这个电影，对吧？所以你大家去看啊，大家去看，我就不多剧透了。嗯，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巴斯克的，我们对巴斯克的很多印象也是妖魔化的。是，因为我当年啊，我学西语的时候，我就看过这片子，给我乐的不行，太好。然后等我后来真去巴斯克啊，我发现当地首先第一点，当地人不说巴斯克语，当地人说语没有口音的加斯蒂亚诺，啊，说非常纯正普通话，啊，是吗？啊，相当于你跑到黑龙江，你以为大家都搁啥瞅啥，怎么黑龙江人说特别标准普通话。是。然后第二个点，当地。我还真没有看到什么正经巴毒的符号什么的哦，人家还真和解了哦，咱就是说，跟加泰这边还是不太还真不一样，哦，就是真和解，你亲自去看就知道了。哦，就虽然你可能看了艾塔的一些东西啊，是，哦，感觉是是是，哎呦，他了不得，这他妈比咱们更厉害了啊！不，人家真和解了啊！你包括我包括我去之后，我很想看那点巴斯克语的东西哦，结果其实然后发现除了博物馆里，他们强行的。就比如说上面是 Castellano，哦，下面是巴斯克语，啊，就这种地方能看得到。啊，你在生活中你想看都看不着，哦，就没有。嗯，然后我在萨大读书的时候，我同学有一个大姐是，嗯，巴斯克来的，嗯，我就跟她说，哎，我说你们巴斯克挺行啊，怎么？她说不是，这都误会，误会啊，就是。当然大姐还是挺壮的，感觉就是啊，我们巴斯克人不是那样的啊，我们也是知书达理的啊，哦，你别听他们卡斯蒂亚人瞎逼编排我们啊，照他们一看我们都不是好人，我跟你说，哦，嗯，啊，然后呢，我跟大姐我说，要不你我学点巴斯克语吧，大姐说别，没这个必要，十里不同音，我回巴斯克呀，我都说不明巴斯克语哦，你不要折磨自己了，放弃。啊，放弃。然后巴斯克语确实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奇葩。哦，就是，这个听说过啊？是吗？就是它无法归类。对，它词源上就跟咱们印欧语的很多东西完全对不上，对不上啊，就自己的，嗯，啊。然后也是一直是搁那个钩子里，就是比较猛。对，语言学的一个，啊，能留下来也挺厉害。对，这么个语言学对这个研究很深，就不好归类的，什么巴斯克语、芬兰语，这都是，嗯，对，啊，比较奇葩的啊，一般都是战斗性比较强的。是一看就是不好通婚的古兽，这个，行，反正就是聊了很多吧。嗯，哎，其实这些民族什么这些矛盾啊，这些事儿，宏观上看能说得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哪儿的人，但落到日常生活，到微观的时候会出现很滑稽的、很滑稽的情况。对，是的，就跟我说这种情况，我跟我这几个朋友，我质问他，我说你是缺什么？你跟我说，对，你是怎么着了？对，对吧？嗯，咱们在沙滩上吃着70欧一条的鱼，嗯，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差那点儿。
对吧？嗯，家里俩车，老公玩大摩托，对吧？父母搁这个山里有半座山，嗯，然后你跟我说你差那几百欧的一个月，嗯，有意思吗？对吧？确实很，这个事儿真的很复杂，对，是，所以就是，然后这些放到一边，我们且不说啊，就是我就单独想谈一个什么点啊，我觉得这段经历，包括我为这准备这节目回忆起来，很多当时在西班牙的事儿啊，我就意识到当时的我在西班牙的生活跟我今天在中国生活节奏特别不一样，在哪儿呢？嗯，就是下班之后我干什么？嗯，哦，那时候我放学啊，到点啊，七八点钟啊，就去酒吧，嗯，然后喝点啤酒啊，然后跟几个混熟的老街坊扯扯淡聊聊天，未来咱们可以再聊聊。喝酒的事儿也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我就意识到什么呢？就是我在北京，在国内现在，北京也好，济南也好吧，没有这个场所，我们缺少一个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不是饭馆，不能是大酒楼啊，三五楼大酒楼啊，也有点类似沈阳的四季抻面似的。哎，但四季抻面吧，它带有一种我难听的说，就有点 loser 气质，就酒吧文化嘛，居酒屋。但是咱们国内哎，对，居酒屋公共，但是现在国内居酒屋你自己看一看，就价格单是吧？你谁闲着去吧，挺邪乎的。他不是，而这事儿有点像那英国的 pub， 他那也是社区的，哎、有点像大食堂、社区食堂那种。嗯，所以公共空间，中国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嗯，如果能恢复起来啊，我之前在通州住的小区里，因为可能是因为它是。就是工人的老小区，它有类似的空间，是吧？对，就是那个小区里有一个，都不是公园，嗯、就是一片空地。那空地边上会围着一圈亭子。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厂区文化，还是说那种老的这个，就是从七点开始还在那玩，孩子的那个街院里，在对在边上唠嗑的。平常说的那个说楼下院里，对，这个院里在现在这个中国大城市至少很少，确实少。但可能在一些小一点的地方，小城市，我觉得离开一线城市应该还是。但是我现在在可能济南还不够小哈、啊，我觉得大城市啊，那必须是是啊，那么急眼了我都啊，那个，但我就说，我很怀念那个东西，是、嗯、是，就是其实我刚才没说到的，我们在这边看球嗷嗷喊、嗯，边上一桌大爷大妈固定的牌友老牌友在我们边上打牌，他们是打打桥牌打桥牌打桥牌，桥牌嗯、就是每天准点就是来，我妈和她那些工人朋友还会打桥牌，就小时候跟咱们下象棋一样嘛，对对，打麻将。这边可能成都有，哎，对，哎，成都有那个茶，成都有那茶馆氛围，说累了，成都太有，坐下来喝会儿啊，而那物价，我觉得也是、我也有朋友在西班牙待过一阵儿，就说到那儿就跟像四川似的，怎么那么慢啊？而且那个，对，说西班牙人都有病，晚上那个什么五点下班了，还是、就是经常是饭点的时候，然后啥也不开，然后就人家也休息，是、嗯、这个国家有意思啊。就我落地西班牙第一天，我大三到的时候。是一个星期日啊、什么都不开，我他妈得亏我那箱子里有他妈点方便面，要、啊、不然给我饿死了，我操、啊！你刚刚咱们说就是星期日正是挣钱的时候、对啊，这消费不这不得合成会多少人呢？就是好到西班牙走大街上，妈关了，我妈问我怎么样，我说完了，国家完了，啊、没人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真、啊、是，所以还是对。中国未来的市民生活，嗯，一个很美好的幻想，是希望我们把这种东西找回来，嗯、丰富一下我们。嗯，也许到时候那一天，可能中国足球才能真正的，我觉得，哦，找到它的生命力的源头，就这种源头，就是得有人看，有人讨论，有人参与，有人玩，嗯，而且就是对吧？放学下班回家，对，你看西班牙，哪怕是最近几年经济都一直这么差，但是西班牙的这个青年梯队 U23、21、U19。一直在全世界的我这其实是一个我跟很多人讲啊，我说你要看到就是什么财富是积累的，比如一个足球场，我们这代人我们努点力给它修出来，它能用很多代，是哎，这个财富你得慢慢积累，嗯，是吧？你比如今天有人说，哎呀，中国土木他妈项目没了，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有一些大城市它土木项目盖完了是件好事儿，是很喜欢干土木嘛，啊，对吗？就别干土木了，干点别的不行吗？嗯、咱就是说去智利干，你可以帮南美人民干嘛？对对他们缺嘛，对吧？对对对对他们缺嘛，对对对你愿意干，他不你还怕没活儿啊？是，而且说回来，你能看到体育运动像足球这样的东西，它是，它真的是那个深刻的在一个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哎、把它说这个。最后说回来，今年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奥运会是足球决赛又踢法国。西班牙踢法国，我的天！今年欧洲杯不是他们拿了吗？哎呦，
怎么说呢？这要是赢了，好法国安保给撤走了。今天那个就他们把电视转播信号关三十分钟。他们赢欧洲杯的时候，就好多人说今年那个西班牙重新又崛起又拿冠军，嗯，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这次融合了国内更多的这个足球的风格和西班牙和特点。我看西甲一个体会太邪门在哪儿啊？有时候偶尔蹦出几个1000多万身家的啊，嗯，特厉害，踢他妈贼好，是啊，你就这感觉这片土地妈总共没多少人，啊，怎么就窜出这么些幺蛾子？就场上说，哎，这个10号踢得很好，然后10号受伤了之后上来个11号，也没差啥，对，踢得也挺好，哎，哇，嗯，就西甲的一些小成绩有浮动，他你就能蹦出一些妖人来，人才，身家特别便宜，身价特别便宜，就还搁西甲踢。之前像有的时候是靠，当时就是国家队一般是靠，就是以巴萨为主或者以皇马为主，基本上这俩队儿，哦，就是加特利亚体系的话，而且还经常出现配合不好的问题。嗯，是哪年有俩中后卫，就是一个是巴萨的，一个是皇马的，哎，根本踢不到一块去。他俩都是世界级的啊，但是放在一块儿就是老出问题。哦，所以今年啥呢？今年加入了好多就是非这两个队的巴斯克的球员，哎，就是他从全西班牙来挑，哦，所以变成这个队呢，就是大家觉得就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又哎有那种那个是加特罗尼亚足球的那个很细腻的东西。哦，然后他啥呢？他是场这个我没记错的，他是犯规最多的队啊，哦，就而且他不粗野，就是说他，哦，他利用犯规方法，犯规是有技术去截停对方的进攻，然后我进攻的时候把你节奏打乱，我进攻的时候我是巴塞罗那这一套，哦，我防守的时候我变成。巴斯克重拳出击，就是他把这个国家，就说白了，这个球队能好呢，也得是融合你这个国家里更多的这个力量，而且这个国如果国家的这种足球的风格这么多变，也能看到足球这个运动跟整个国家不同地区的那个文化的很深度的那种。咱们国家队成绩好的时候也是啊，那广东来自广东的呀，来自北大连的呀，北京的、上海的，各地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可能中国足球是不是你说有没有跟电视这种传媒衰落了有关系？大家缺少这个集中讨论的氛围了，包括各地方队的这种商业化是吧？改造，嗯，各式各样的问题啊。这个其实中国体育可能就更更复杂。足球不行也算，那篮球也不行。我一直觉得中国不光足球有一个体育，有个观念得转变，就是说，比如说我让孩子去踢这个球，我不是为了让他去，不能图啥，他可能就高兴就行了，就不能为了让他去当足球。现在就是以前就是把孩子花多少钱送到俱乐部里去，完了，所以才会出现改年龄，对对对对，花钱让教练孩子上场，因为我观察下来，因为我是指望他靠这个出人头地，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现象。他拿着混饭，我见到了一些感觉就是比我大5、6岁的家长，把孩子送进足球队里，就是他的观念明显有变化啊，有变化，就是希望孩子，身体要好，精神状态好。这么就是我已经能看到身边有这样人了，我觉得真觉得就是参加就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就是比如说就是精神上，你说精神意志，包括这种团体运动，你和别人的配合的这种意愿，情绪都稳定，啊，你知道吗？是的，该运动，很重多运动啊。所以就是，如果咱们对于教育，像体育嘛，嗯，一边是锻炼，一边是就是他对人是一种教育嘛。所以什么时候咱们这个观念能转变，然后，就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的那种，不光足球，我觉得所有项目都能受惠。其实我比较乐观。我觉得之前就是穷，说实在就是穷，嗯，啊，是有钱。像我小时候踢球的时候，虽然有时间踢球啊，但那场地是真烂，是，嗯。然后呢，那个鞋呢就双星，嗯，但是就高兴哦。包括我看乒乓球在抚顺什么的，就是很多孩子打乒乓球，家长确实不图啥，因为你图不了啥，那他妈辽宁队能选拔你就别，嗯。但是就是还是希望孩子，比如说在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最好都能打球，我都见过这样的家长。我也有乐观的一部分看法，因为啥呢？因为有一个日本，就那个怎么发展足球这个事儿，都给你打出样了，就是人家，啊，对所以现在日本挺强的，相当厉害，可以是相当厉害。嗯，对，我就觉得不管什么运动，它都应该和人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很深的绑定的。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说这个？比如13到15，嗯，注册小球员5000万。你不可能不厉害，你怎么可能不厉害呢？你这个国家，嗯，是，对，确实是这样。500万就行，都不用。嗯，黑神话先大卖吧。对，就不让你踢们踢球了，你们先玩点游戏再说吧。也行，对也行，啊，操！中国那游戏公司有波兰那个数量，确实，中国也早就出黑神话了。行，啊，所以这个事儿都是这样，我觉得，嗯，不是对一下子就成的是吧，嗯？是的，嗯，行。哎呀，今天聊得高兴，是但是我看这个朱老师还有好多东西都准备了，没聊上。没事没事，还有机会，我觉得还有机会可以多聊，还有机会，嗯，看今天晚上西班牙能不能再夺一个，是吧？对，哦，很有希望，很有希望。各方的一个预测都觉得西班牙就是，哎，很有机会。哦，原来足球这么
这么有意思。可以，咱们狠狠毒奶一波啊。好，好，行，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好，拜拜，拜拜。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二十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